的肉肉菜，烦恼忧愁都抛开，来了就有欢乐在，这里还真嗨。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个今天呢，星期日，假日的最后一天，来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久违的杂谈哦。那我们今天呢，顺便用上我们这个直视的这个直播，让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直视直播在杂谈上使用起来应该是会不错啦。那其实另外一个部分的原因呢，为什么要试这个直的呢？是因为我这一次，杂谈这个东西的准备啊，我这次去这个中国这么多天，然后因为方便拍摄，其实我有很多，应该说我几乎全部所有的素材都是拍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横的来看的话会不太好看，所以呢今天呢就刚好在这一次的这个近期有这个直视直播刚好也出来，所以我觉得蛮刚好可以用上的。那这个确实已经大半年没有杂谈了，因为这个杂谈的这个部分呢一直在内部做这个修正哦，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的杂谈呢是 Vlog 哦， Vlog 的第一个杂谈哦。那阿塔呢今天他有事他不在，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刚好呢这个欠了很久的这个直视，不是直视，怎么欠了很久的这个中国杂谈哦。那我后面还有去南投玩的，也有去南投跟台南吗？对，南投跟台南，那个就比较短，但是因为这中国真的很长，它好多天嘛，我去了十几天嘛，我去了七个城市，然后照片跟影片整理起来超级无敌多的，所以但我今天也是狠下心了，今天没有开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这个不能再拖，你这个再拖，你后面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做，我就一鼓作气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做完，所以呢，今天呢也是一个新的形式来做这个旅游部分的杂谈哦，就 Vlog 嘛 ，Vlog 这个部分。所以呢，我现在是把我这一次去所有旅程、所有照片跟影片，然后用时间的方式把它全部串成一串一个影片这样。那在影片里面呢，没有都没有声音。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以一个有点像是记录形式的旅游完，然后跟大家回顾一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在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东西，吃到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有记忆的，我觉得很特别的，等于说其实就是一个全这个旅程的全记录。所以今天呢，我不确定的两个小时讲不讲得完，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讲不完，我们就下一次继续，我们就分集。然后我也有在想说这个。我杂谈，如果比如说我跟阿塔的肉塔杂谈，当然原本预定都是礼拜天晚上嘛，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有其他杂谈想要分享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打架，所以我决定呢，把很多现在想要做的东西呢，我可能会分散，它不一定会固定在哪一个时间，它可能会安插在某一天的社畜陪伴台之类，我可能决定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开始呢会每一天的节目里面的内容可能都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出现。好，那这个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来开始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呢已经这个整装待发，我今天这个外出游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背包我已经戴上了，然后我的这个帽子呢我也准备好了，该准备的东西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那这个呢一开始呢是从这个我们还在台湾要出发的时候，我的影片我就这样放，有些是动态有些是照片，所以我这样播放呢我是可以一路放。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台北出发，然后我们要前进这个桃园机场。那这一开始呢是我在这个机场先带着肉粉圆跟大家说要准备出门了嘛，对不对？这样播一播，奇怪，我记得对，我们现在出发前往桃园机场哦，从台北出发。然后这个呢是已经开始上飞机了，我很快，我剪得蛮紧凑，因为都很多，我很怕有些东西漏漏的。在飞机上的时候准备要起飞，我不知道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人会怕就是飞机冲刺要冲上来那个震动的瞬间，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晕机，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分有什么样想法。我现在刚开始坐飞机的时候我也会很害怕这件事情，就去看是不是要爆炸，那个整个飞机一直乒乒乓乓这样撞来撞去的，好可怕。所以呢，但是也不是说出国很多次啦，但是最后呢我每次上机的时候，你搭飞机这么大登山包要托运吧？不用啦，不用托运啦，我这个都可以上机，我上面可以塞啦，可以啊，我真的可以塞啊，你让我塞嘛，让我进去嘛。然后坐这个飞机，我最后的上机它这个冲刺的这个想法呢，在我心中，我就是觉得说啊，其实你已经坐上这台这个铁包肉的这一座这个铁鸟上了。老实说，你都已经上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事。
我们就是安然的坐上去，然后好好享受这趟旅程，不要想太多，我们就出发，我们就开始起飞了。这个飞我是有加速啦，就飞起来，因为我在剪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这样看着，因为它没有声音嘛，它就轰轰轰轰轰，然后我就想说，这影片这样子三四十秒。我这三四十秒我在杂谈，我要讲什么？我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我没有剪得很，我没有放很长，我每个都放得蛮短的，因为我觉得可以暂停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这是起飞的部分，我们就要离开台湾了。那这个呢是已经飞过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台湾跟中间的那个海是什么，就是那个海峡，然后到已经快要到了，应该已经在中国的那个上空的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地很大嘛，然后它的那个山脉啊，绵延的山脉，你真的会觉得有一种像是那种看那个古装剧啊，或是时代剧啊，那种山谷那种，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山啦，反正就很多山脉，因为太大，你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么多山，那啪啪啪啪啪啪从近到远这样一整串串过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风景看起来真的好美。然后因为在他们这个地这么大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村落。还没到都市的时候，村落小小的这样子，然后村落小小的，但是山很多，就是地实在太大了，那些地方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村什么之类的。台湾海峡，好，台湾海峡，我的地理真的超级无敌爆炸烂。然后这个就是我在上面拍的风景，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我刚好坐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涡轮引擎旁边，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我就在拍的时候都会拍到有点挡住。那这个是已经要落地的时候了，已经落地在机场这边，然后气温，我到的地方是杭州，然后那里的气温就一般般，没有特别寒冷，没有说超级无敌冷这样子，这倒是还好，就是蛮一般的这样子。好，继续。好，这个就是到了就进去，刚出那个飞机，然后不是在走进那个入境大厅那里吗？但这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的机场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你就会开始看到简体字的出现，但大厅蛮宽广的，然后这个是领行李的地方，他们那里就是都很大。腹地都很大，那个领行李的也好几个，感觉上应该是一个大机场吧。毕竟出国经验比较少的我，大家晚安。飞机上看到长城吗？我觉得应该看得到，但是我可能我飞没有到那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到长城那一道，因为我在上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的时候，我大概2024，我大概2015年，哪一年啊？反正超久了啦，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去北京，然后我有去万里长城，我是真的有走到万里长城上面去的，超级微妙，就是一个历史古迹万里长城，我是有去过的，对。然后这里就入境大厅就很多很多人嘛，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最重要的是他们那里真的超级无敌爆炸干，是很干燥，非常干燥。大家应该如果有出国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你在推行李的时候不是都要推一个那个推车嘛，就是你要压下去才可以往前推的那个推车。我推那个推车，他那个推车就是你手不是会扣在前面，很像有铁，但是旁边上面有塑胶，然后你下面压一个塑胶，所以其实我的手都是压在塑胶上面的。我连这样压在塑胶上，我的手都会被静电电到，我完全没有碰到任何金属，就它实在太干了，干到真的是静电疯狂电疯狂。兜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杭州的机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在前一阵子是杭州亚运会，然后我从机场领完行李要出发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叫做网约车上车处，就是有点像 Uber 啦，就他们的 Uber 啊电就是大部分的计程车几乎都是类似 Uber 那种，就是上网直接叫你，然后很多超级无敌多，多到你永远不用担心没车，你不会有那个什么像新北耶诞城叫不到车这个状况。然后他们就会有，他们在这个机场都会有一区，就是给专门给就是你叫 Uber 上车的地方。然后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奇幻的，我想说，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很像时光隧道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我们之后上了车之后呢，到了杭州，然后我们的地陪出现了，就是我们劳动的这次劳动这个专案的地陪出现了之后呢，然后就叫了车之后就上车，然后其实这里其实也是有声音的，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就是他们那里现在几乎好多，全部几乎都换成了电动车。对啊，杭州了。然后就是，他现在变成电动车以后，路上超级无敌安静，超级安静的。就是你看到好多车过去，但其实都没什么声音，因为全部都几乎都是电动车了。然后我们现在到了杭州，我们要准备往市区前进。然后这边呢，开之后呢，就进到市区了。进到市区之后呢，我们的第一站呢是先去抵达我们住的附近，我们先去 check in 到我们饭店那边 check in 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住的附近的那个地方，然后这边看起来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帐篷这里啊，它是那个市集哦，它晚上的时候还有摆那个塔罗牌，然后还有很多那种我不确定是卖宠物啦，但就会很看到一些小猫啊老鼠啊之类的东西，中间就是一个这个是很像一个小市集这样，然后左边右边就是店家。然后这里呢，我那个时候来，我是没吃这一间啦，但这一间的它的那个门面上看起来啊，蛮吸引我。它是叫做这个湘菜，浙菜，浙江的浙菜，千岛湖大鱼头，酒杏奶汤，鱼头黄，就他们的那个食物的照片啊，拍的都很，因为它的那些地区的食物跟我们这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很想要吃看看，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没有看过哎。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吃。然后他们那里最常出现的招牌，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我以前去的时候，很多招牌都会是长像这种感觉，就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那种，不像刚刚那种浙菜。然后比如说他弄得很，比如说很有历史风味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像他们以前都比较多是这种感觉 ，LED 啊。然后颜色很鲜艳啊，很红很黄啊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兜了一圈，兜一兜之后呢，然后就到这个饭店 check in 之后，然后我看到这一张，我觉得非常有趣。它的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我们这一次我第一站在杭州住的比较像是一般的那种，不能算饭店，它应该比较算是旧式的商务旅馆的那一种。啊，就是浪加 APP， 让你加好友嫖妓就是诈骗，让你下载 APP 裸聊就是诈骗，坚决不汇款。我看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超级好笑。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应该是我们刚 check in 完之后，然后我们要去吃饭。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然后已经下午傍晚晚上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角落这个？等一下，来往前一点给大家看。诈骗啊！我跟你讲，这个不只是在中国，在台湾也是有的哦。不汇款还可以裸聊，就不是，也不是。我跟你讲，很早我跟你说，那个可是仙人跳，你要小心。我跟你讲，人真的要小心，这种东西。大家看一下右边那一间，它是宝岛眼镜，看到以后觉得非常怀念啊，很有乡土味的感觉啊。然后这里是他们的城市的部分，我去的那个地方，它不算是最热闹的，但是就是一个小闹区这样。然后我们当天的晚上呢，吃的就是这间店哦，这是第一餐，我们落地之后第一餐，然后让我们非常之惊讶，非常之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这间呢叫做慧娟面馆，看起来就是平常吃面没什么特别，看起来还好啊 ，OK 啊，没什么问题啊，就小面馆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啊。但后面呢，我们真的被吓烂，真的吓烂。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哦，就是我们点了一个小黄瓜，就是腌的小黄瓜，还不错吃。然后这一道真的好吃，这一套是那个叫做什么酸菜鱼吗？是酸菜鱼吗？它是那种鱼片哦，它的那个鱼片就是一片一片，它不是一块一块，它是鱼片。然后它的鱼啊，超级 Q 弹的，很 Q 耶，就是要怎么讲那个 Q 的感觉呢？就是感觉有点像果冻的那个 Q， 但是没有那个果冻胶质的那个感觉。然后它那个酸菜吃起来的那个酸，是我可以接受而且我喜欢的那个酸，不是那种就是酸菜白肉锅的那种超爆酸，完全不是。这个真的，这一道真的很不错，很刷取，狂吃。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炸豆皮，它炸的超级无敌爆炸酥到
就是有一点太酥了，但是很酥，就是有点像饼干，它已经有点像饼干的感觉了。对，这个是四季豆，然后它加了那个上面黑黑一条一条的那个，他们那个时候有跟我说，就是一个蛮有叫它是一个香料，是中国会用的那种菜很常会用的，但我们这边很少，我们这边很少用这种那个香料，我们叫什么的，但加上去蛮特别，就是我觉得跟那个豆豉的感觉有一点像，有一点不太一样，有点像，有点不太一样。瑞塔安安，大家晚安。对，有点，但是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是豆干炒肉丝，但吃起来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地区不同，吃起来味道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是一个，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回锅肉，好像不是，好像不是叫回锅肉，好像叫什么什么包菜，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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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菜。对，它有一个名字，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包菜。都唱完还等大家报，都唱完还等大家报到，什么意思？哦，等一下，我还在对啊，瑞塔，我还在前柜等各位报到。对啊，都唱完还等大家报到。不是你讲啊？对对对，干锅包菜，好像是干锅包菜。对对对，这个好吃，这个超下饭，超香，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很强很强的锅气，那个感觉就是一来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锅气，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讨论那个锅气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一个呢是他们的就是面，就是他面馆嘛，刚刚大家有看到就是惠娟面馆，然后他这一碗面超级大，超级大，不是我现在当拍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他就是超级大，就是他这一碗面基本上应该是两个人可以吃得完的，但是我们好几个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的习惯嘛，你在台湾点面就是点一碗面啊，就算点大碗你还 OK 稍微饱一点，他不是，这已经是XL， 我觉得他已经有点 jumbo 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我们真的很饿的样子，这个根本是不可能吃得完成这种量。然后我们菜又也是习惯性，就是你去出国，对不对？你这样吃一顿饭，第一顿饭一定要给他吃一个澎湃，菜一定要给他狂点，结果超爆多，根本就吃不完，真的是完全吃不完，被他下烂，真的被他下烂，这菜多。然后我们还点了一只这个类似脆皮烤鸭吗？哦，这个酥脆香酥，这个大家看我这个照片就知道了吧？我完全是用这个，我这样子，我用手机拍而已哦，我用手机拍，把它那个酥脆感，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它那个酥脆感嘛。拿起后面那只小鸡腿，拿起来，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赞？是不是真的很赞？要不生气，帮你回想菜名，一定，因为我真的忘记，我真的忘了。对，那对我那个时候去吃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地陪他就说，这个老板该不会是东北人开的吧？因为就是东北那边好像就是也是常吃面食嘛，然后他们分量也都超级大，哇，真的是真的很惊人，真的没有骗大家。这是第一，然后这个鸭，这是鸭，然后这一个是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叫做避风塘什么小鸡肉。避风塘小酥肉，然后好像白白的那个就叫做避风塘。我以前你在那个餐厅点菜也会看到，偶尔都会看到什么避风塘，或是热炒店什么避风塘。我想说，避风塘不是这样子，不是应该算是港菜吗？就是想说它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做法还是什么？但好像这个白白有加这个白白的，好像就是一个避风塘的风味吗？我不太清楚，就很想知道，不太清楚。对对对。然后这个小酥肉也还不错，但那个白白的比较下饭，就是有点咸咸的，然后有一个香料味这样子。下一个是这个是他们的臭豆腐，他们的臭豆腐跟我们臭豆腐不一样，他们臭豆腐都长得像这个样子，就是黑黑扁扁，有点像豆干，然后臭味有接近。但还是不太一样，还是不一样。它吃起来有它的一个味道，但我比较习惯我们这边的臭豆腐。然后后面，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后面我还有一个去吃一个，就是也是这个臭豆腐，但是它是有汤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就还蛮不错的，没有泡菜，它就是这样吃哦，它就是这样吃哦，它就直接这样吃。他有在播吗？继续，我们继续。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面的另外一个，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猪肝，我有点忘记了。对，但也就是超级大份。你看那个手其实没有很大哦，但是那个碗超级无敌大。我没有特别用什么广角拍，超夸张，超夸张的。然后这个我们吃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晚上呢就想说，哎，来了，晚上当然享受一下夜生活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那边不算是就是大闹区。然后我有问他们有跟我说，就是他们那边都是比较像是一区一区的
小夜生活，就是比如说在这里会一区，然后你离开这一区以后，你可能就要到在好远的地方才会有一区，然后中间就是很像住宅区，就是都没有任何比如说店家或什么。然后我们走来走去，最后终于找到有一间很有趣，它你看它有卖咖啡，还有卖食物，有卖 whisky， 然后后面还有卖那个生啤哦。它的这个生啤很有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那种那个生啤是就是它的那个生啤的开关全部都在墙壁上，就一个很像水龙头这样，就是拉那个生啤机的那个头，然后全部在墙壁上，然后墙壁上面大概有七八九，我没有拍照，很可惜没有拍照，七八九个口味这样。它这里有十四个口味，它上面就是十四根水龙头这样子，水龙头就是后面都里面都是生啤，然后它上面的生啤就这里是精酿，它这间店是精酿的，所以它在卖比如说龙井小麦啊，什么山东嘎嘎啊之类的啊，然后它什么，然后这边写是小麦做的啊，西打就是西打，好像是苏打。就是苏打的那一种的，但是都酒精，然后再加上它是有酒精的浓度是几度，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就不懂，来尽量博大精深，这个坑也是很深。然后那老板人超好，我就问他说，哎，老板这个你有什么推荐？然后他就问你说，你喜欢喝水果味的，还喜欢喝酸的，还是喜欢喝比如说什么样风味，麦味比较重，你喜欢喝浓口还是怎么样？就是各种风味各种口味都有。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喜欢水果味啊，我喜欢稍微酸一点，所以我记得我好像是点四号，好像四号吧，酸 IPA 那个东西。对，后面有我的那一支，我的那一杯非常的有趣，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杯，它超橘，超橘哦，它超级橘，然后但是它很好喝，非常非常好喝，那个酸度适中，然后你会觉得像饮料一样，但是它又不像饮料那样是那种纯，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它的颜色看起来又非常 fancy， 就在晚上啊，然后他那个店里面大概就是放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音乐的感觉，然后没什么人，没什么，就只有我们几个人这样，几个大男生这样，然后我们就点了一杯，然后桌上了一个小灯，然后老板他也偶尔滑滑手机，然后因为店里面因为已经很晚了，店里面没什么客人，所以就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我们就这样喝，然后喝一喝，他有一些因为他快打烊了。然后他那个有几个水龙头里面就已经快没了，所以他就倒出来，哎，来这请你们喝，这样就看起来真的很赞，很像红萝卜吧，波蜜对不对？很像吧，就超橘又超红，可是真的很好喝，这个真的很赞，精酿哦，真的喝到喜欢之后就会爱不释手，真的。那这个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是也这天是劳动日，但是人还在杭州，然后我们就在路上走一走。然后路上大家看到路边的这个啊脚踏车啊，现在看到这个脚踏车，这些就跟我们的那个 U-Bike 很像，它就是你直接扫码，然后就直接可以直接租直接骑，然后它的停是不用停靠在机台上，不需要，你就是停了，然后它就是不租了，然后锁住，就这样。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满地都是，你真的，你到处去看，你每走几步就会看到，因为他们不只有一家这个共享单车。就是有好多家，所以到处都是脚踏车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路上呢是有一个小哥在休息哦。这个小哥就是他们的，跟我们的那个 Uber 还有 Foodpanda 一样，也是他们的外卖。他们的外卖真的是超级超级无敌多，超级多超级多外卖在路上，就是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点不太到，然后也不怕有，不怕没有人送餐，然后到很晚也有送。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哪一天晚上，他们连酒都可以买，也是叫外送这个样子，对，超多的。然后这里呢，我们之后是第二天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在路上经过了一个，在杭州嘛，这个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后杭州经过了一个桥，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很像，真的是上有苏杭下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有天堂的那种感觉，就是柳树吗？这是柳树吗？就是会有这个湖啊，然后那个桥啊，这样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啊，有这个照片，这是我拍的照片，然后就想说，哎，这看起来的感觉心旷神怡啊，在市区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用徒步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到了一间这个港式的料理店，这一间叫新记小菜，我觉得很好吃。哎，好像不是叫新记小菜，好像叫新药记，对。好吃哎，这间真的很好吃，没有骗大家，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吃这间，真的好吃，好食香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它的那个室内设计啊，跟它那个陈设之类的东西啊，都做的蛮提花的。就是这种
看起来比较大的店家，它那些店面都大，然后里面的这些设计装潢的东西啊，看起来都是用的比较明亮啊，然后会很大，东西会很大啊，然后颜色会很鲜艳，它就是感觉没有要省钱在这些东西上面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就是那一天拍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说一直以为是有蘑菇还是马铃薯在里面的那个咸柠七，对。然后这个是芒果西米露，芒果西米露这个好吃，够芒够西。Obike， 对对对对对，就像 Obike， 就像 Obike 那样，没错。然后这一个是不知道什么虾什么脚的样子，好像是吧？啊，不知道什么脚还是什么包？对对对。然后后面它还有那个排骨汤，左后方那个是例汤哦，超好喝。第一个栗汤包，然后这个是甜的，这个是，好像是黑糖炼乳，然后抹吉，吃起来是黑糖炼乳抹吉的东西，没错没错。哎，不是不是，它是那个，不是不是，它不是抹吉，它是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个包虾子什么肠粉，它是肠粉，对，它是肠粉，甜的，它不是年糕，它是肠粉，对，就是不是牛肉肠粉，对，牛肉肠粉吧，牛肉肠粉跟虾仁肠粉，然后它是里面没有包的，就是原味肠粉，然后但是它是甜的，这样超酷，对，没错，然后这个是甘草牛河就没什么问题啊，够香啊，那锅气也是十足啊，他们甘草牛河都很会炒。就不会过油，这个就是蔬菜，大家看得出来啊，蔬菜。这个是我刚刚说的栗汤，超好喝栗汤。这个是炒饭，香香炒饭，它有很多菜名，它菜名也都肉肉等，我也都记不起来。所以就是，要吃的时候你也知道，但要吃的时候我还不能让大家发现说，奇怪，你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照片？我要收集这些杂谈素材，不能让人家发现。这个是萝卜糕，港式萝卜糕，看起来非常香美鲜甜哦。广炒，这间新药记 Sunky 新药记，这个不错，我们在杭州吃到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往回程路上呢，就想说，你既然已经吃饱喝足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点一杯咖啡呢？然后刚好在路上呢，在这个小巷弄之间呢，发现了一间这个咖啡店，哎呦，还蛮有个人特色的感觉，还蛮不错的，这种小店型的感觉。这个墙壁上好像是全部都是那个几点卡，就是不是会有那个什么记杯，什么记十杯、记五杯的那种几点卡这样子，我记得好像是吧，没错。然后对。然后这边就超多的啊，就是你可以写你的名字啊，我在这里集了几点啊，我下次要来这里换之类的，就蛮有趣的啊。就是这个小店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以陈设来讲啊，咖啡店啊，感觉很像百八的店吧，百八就应该开一个这种店，对不对？然后他们那里的咖啡的物价不算贵，手冲咖啡41块乘以 4.5 是大概180，跟台湾差不多，对，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味道嘛，就是OK 这个样子，就是店非常有特色，看起来温温馨馨的，非常不错。对，没错。这个 Wax Coffee 这样，门口看起来也就是很多植物，然后其实蛮 chill 的，说实在的，真的蛮适合百八的店的。沙卡那180咖啡。好不好，百八开咖啡厅的话就180咖啡，然后他这个咖啡杯呢还会给你一个贴纸这样子，对，不错啦，就是你这样拿到的感觉不错。然后这个是当天晚上去吃的面馆，又是吃面馆，他们很爱吃面馆这样子，生记面馆。然后这个是我点的排骨拌面，他们好像是叫拌面吧，拌面好像是叫拌面吗，还叫什么拌面，还是叫什么面忘记了。这个分量就没有刚刚那个汇娟面馆那么夸张了，但是还是不错，非常不错的，好吃哦。我然后这个是在劳动的地方，他们有这个串烤，劳动的地方有串烤。
然后这个是劳动结束，劳动的地方结束，他们是那个就是复合式的，就是有一个这个照片啊，就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就结束了，在庆功这样。然后结束之后呢，这个劳动的地方的这个厨师呢，哎，就炒了一些东西请大家吃，这样哇，都超香，也很好吃。但我跟大家讲，超级无敌辣，都超辣，我真的不行，因为我虽然是不太能吃辣的人啊，就是。太辣，真的太辣，我真的没办法，哇，没办法，真的太辣，这个我真的不行，这些我真的不行。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也有一个，好像也是汤的臭豆腐还是什么之类，就是蛤蜊啊，这个端出来的都是真的都是好吃啊，但是有辣的真的都超辣，真的都超辣。这是第三天的早上，还在上，还在杭州。然后这个是早餐店，因为你早上要出发嘛，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城市。我们下一个城市杭州，离开下一个城市是去常州，就是正常的那个常州这样。那在杭州的时候就想说，那你总要吃早餐嘛？哎，这边都吃什么早餐呢？然后出发在这个饭店门口就会发现说，哎，有这种看起来很面熟的早餐店啊，但是里面的内容有些好像又跟我们又有点不太一样。啊，它有拌面啊，什么鸡蛋饼，那应该就蛋饼啦，什么炒粉干啊，稀饭啊，比较像是永和豆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吃的不是这间，我吃的是隔壁，就这间。这间就是它也是有，你看有上班族来买早餐啊，什么米粉啊，然后早点什么葱煎包、茶叶蛋、煎饺、稀饭，就是什么煎饺又是煎饺。你看我跟大家说，我爱吃煎饺，所以有煎饺对我来讲就蛮稳的。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拍一下，这是就是他超酷，这个老板超酷，他这个一个煎台啊，他把所有的饺全部都放上去了，所以煎包所有的包跟饺全部都放上去，而且他排的很刚好，他排的非常的，他很有他的原则，你知道吗？中间一定要摆圆的，好，然后左右两边呢，这个那个煎饺护卫摆在旁边，然后最后呢是小笼包士兵把它排满满。但是他非常的有他的那个那一套哦。然后这边的就是应该就是饭团啦，对不对？饭团就可以加各种料啊，但是只是他全部都摆出来了。但我看平常好像饭团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么多料的这种感觉哦。对，这个老板，我就给他拍一张照哦。他这样举起来哦，不是为了给我拍照，是因为他要把里面多的油倒出来哦。然后我刚好拍下这个瞬间哦，然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其实蛮不错，他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摆中间的那个生煎包，看起来就像个箭头。人生就是要往上直前，我们的人生大军，对不对？一定要往前，左右煎饺护卫，再配上小笼包士兵，太赞！我真喜欢。会不会长得越来越像煎饺？应该不会吧？可以煎的。对啊。百包店叫喝完快滚咖啡啊，在哪？快开啊！真的，他真的摆的很有他的原则吧。小猫咪，小喵咪，我之前看到一只小喵咪，好可怜哦，看起来好像想要被人家带回家，但它应该是被养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启程了。启程之后呢，在这个路上呢，也是这个店家也是很多啦，很想，因为其实这一次我算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点很多站，所以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久待。所以都只能带有看到什么就带给大家看。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坐他们的高铁，那这个现在在那个高铁站口，然后他们的高铁站呢进去也都是要过这个安检的，安全检查的，对，你都要检查，全部都要检查。好，然后接下来呢进到这个里面，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平日哦，这是平日，不是假日。这个是平日的人，你看人有多多，人超级多，看起来很像在百货公司。对，然后这个是已经在高铁上，这个没有拍没有上厕所的影片，所以大家不用害怕，我只是想要拍一下，说给大家看一下高铁上面的厕所是蹲式的，是蹲式的。然后没有座位的人就都会在这个车厢间，所以我们这也是会有的。然后这个之后就抵达到常州啦，常州站。春节是不是都只能站着，然后挤一挤？有可能。没有另外影片，没有。那个在我们的那个 Fear to Fayton 啊 ，Fears to Fayton 里面有哦，在这里没有。好，抵达常州之后呢，
这里是我们住的饭店的外面啊。这里呢，到这里之后呢，那个气温就开始有比较炎热。你看他们，因为他们那里好像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越来越冷，对。然后刚好那天有一点点飘雨。好，那这边呢，我们要开始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第二天呢，在长洲站呢所居住的饭店。这间饭店呢，好像是有四星级的样子，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价格呢非常实惠。这个房间里面呢的这个设计呢是非常的高端、典雅，非常极、非常现代，具有现代风格，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我跟大家说，住起来也非常的舒适。一楼还有洗衣机可以灌洗你的衣物，床很好睡，冷气够强。好，接下来呢，我们check in 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要去找饭吃了。然后在常州呢，我们在附近，在住的附近呢，找到了一个也是面馆，又是面馆，没错，又是面馆。那这个面馆这边呢，在外面呢，它有很多类似这种古迹的这个房子，以前的那种房子。然后这样看一看，就会觉得说，哇，好像是那种拍古装剧会看到的啊，时代剧古装剧会看到那种房子这样。好，我们今天吃的是小毛面馆。这个面馆呢，就是我好像也有拍照跟大家分享。这一间呢是一间素食的餐馆，所以呢，现在目前你看到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素的。没错，你右下角那个四季豆看起来是四季豆炒肉，但是它是素肉。那这个左耳看起来是卤肉控肉，哇，看起来很不错，它也是素的，都是素的，全部都是素素素素素，没错，它是素的。那最右后方的那个面上面呢，没错，就是香菜，香菜一定，它香菜是必加，而且它就是一桶香菜。你觉得我们发米家会放得过香菜一桶香菜吗？绝对不可能，有多少加多少，而且老板娘也不怕你加，好不好？他还跟你说要加香菜，加香菜才好吃。吃完面之后呢，就到附近稍微看一下哦。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好像是叫这个，他们好像是就是有点类似修复古迹，仿古修复，仿古修复就是应该还是维持住之前的那个样子，以前的样子。但我觉得他们修的还不错，就是有保留住那个旧的感觉，没有说看起来很像是用现代的方式去维修这样。然后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它上面写说遇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吧，毕竟遇到喜欢的人他不一定喜欢您，但是遇到喜欢的东西只要你出钱他就是你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是宠物店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你遇到喜欢的人他不一定喜欢你啊，但你遇到喜欢的东西只要出钱他就是你，是不是？然后这个是从另外的角度去拍那个他那个仿古建筑的部分。然后回到这个饭店之后呢，就买了一杯饮料，零卡的哦。那这个是在电梯里面，他这间真的蛮现代的，这蛮不错的，我喜欢那种就是莫兰迪色哦。然后在路上呢，也有看到小桥流水人家，还是不免给他拍个照，分享给大家看看。然后这个是晚上的小桥流水人家，你看他们在这个建筑上，它其实左右还是在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加一些这个 LED 灯，就类似间接光源的，让那个整个河看起来的样子就漂亮。啊，还有一个船，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坐，这样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吧？你钱没有离开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没错，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劳动的地方，劳动的地方哦。在常州，它是一个类似展演空间这样子。他说不醉酒馆，然后他这个有什么异曲同工，看到了公事公办，异曲同工，公事公办，看到觉得有趣就把它拍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劳动完之后去庆功，然后吃的东西这样子。那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很有趣，它其实是很像，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韩式的样子，它是一个烤炉，就下面有瓦斯的火，然后你就在铁板上烤。然后它这些食材都很蛮特别，但都很好吃，就是都是卤过的，已经腌制过了 的肉啊，然后下面那个白白就是豆腐啊、大肠啊，没有什么虫啊，没有虫类的东西啊。然后它主要的吃法呢，就是你把它烤熟之后呢，你要夹着像下面那样子，就有那个酱油，它就是有很多酱料跟很多香料。那它那个香料就这一盘香料很厉害，它是好几种香料煮在一起，然后它的香料是没有咸味的那些东西，就纯粹就是一个香料味，所以就是你把那个肉沾了它吃以后，就是你会觉得它一旦那个味觉感官会瞬间遭受到这个强烈的冲击，你就觉得说天哪，太赞了吧的那种感觉。对，好，那这个吃完以后，我们再隔天，再隔天，等一下，再隔天之后出发，
然后我在这个常州的车站买了一个伊利，伊利也算是这个国际老牌了，买了它绝对是稳的啦。香味炸弹，香味炸弹，常州，常州，这个不是到，这个是要出发，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下一个地方要去的是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好，我们现在抵达到了上海虹桥站。然后在这个出高铁之后，然后在那个大厅里面，然后有看到一只这个警犬，超级可爱，它超可爱的，它是什么？它是拉布拉多吗？这个是拉布拉多吗？就是我不知道，它好可爱，它超级无敌可爱，真的是超疗愈的，就很就直接就停下来，想说哎、欸、等一下先不要走，我要先拍拍它，它真的太可爱了。车进站会有音乐吗？车进站会有音乐吗？会，有音乐，有音乐。上海市区，我们要前进上海市区。上海市区感觉就有比较有洋味一点的感觉喽，有些洋房感哦。啊，米格鲁或拉布拉，对，就是反正很可爱，他那个无辜的表情真的太可爱，可爱死了。上海街景。但在城市跟城市之间不会有巨大落差啦，然后这个是我们下一站住的地方，也是差不多星级的啊，也是蛮不错，就是灯火通明，就是干干净净，然后该有的有，但他们很有序。我住这么多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星级不够的关系，大家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哎好像很漂亮很干净，都没有冰箱，完全没有冰箱，这厕所、哦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是房间，房间也是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全季酒店，对，他们都叫酒店，他们不叫饭店，他们饭店是吃饭的地方。对，这个是我到上海之后，然后吃的一个第一餐，然后这一间我觉得超赞的。这一间呢，它呢在门口，我们是要吃那个馄饨，但它旁边有一个卖烧饼，就是这个烧饼。它这个烧饼有点像是那个胡椒饼的那种感觉，贴在那个它的那个上面，贴在那个就是我这个叫什么窑吗？窑上面。然后你不要看它那个烧饼看起来好像就这样薄薄一片，没有什么东西，哎，它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是隔壁那一间的小馄饨，小馄饨好吃的小馄饨。然后就是这个饼，就是我刚说的那个饼，超级好吃。它很薄，这是牛肉的，应该算烤饼还煎饼啊，反正就是超好吃，真的很好吃，就是你会想要再吃。然后这个小馄饨，然后大概有个20来颗吧，也是分量不小。然后这个是晚餐，馄饨中间是肉排吗？是一个肉排。然后这个晚餐是什么？这个晚餐是一个海南鸡饭，对，我看一下，是吧？是肉排吧？对，它是排骨，它是馄饨排骨，对，馄饨排骨，对，没错。然后这个是晚上，是我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哎，那你们这个附近有什么吃？他说叫外卖，叫外面就好了啊。有一间这个海南鸡饭还不错吃啊，哦，确实是还不错啊。但是不得不说啦，不错的东西哦，他如果要是没有摆在盘子上的话，怎么拍看起来好像都有点，对，都是有一点那个样子哦，对。好，然后到了隔一天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再前往下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一样哦，这个一样也是高铁站。然后这个是我在车站上，然后我拍，我想要给大家看，就是在车上，因为我们这一站上海到哪里？上海到温州吧，它的路途有点遥远。所以想说要买东西吃，然后他在高铁上呢，他就有一碗，就是他写什么台湾卤肉饭，然后我想说 OK 啊，卤肉饭啊，我朋友就说好啊，那就不然就买这个家乡味是最最最熟悉的嘛。然后他现在把这个倒出来是米哦，白米饭的米哦，然后我想说啊，他要怎么煮啊？现场煮要怎么煮？这是白米饭，你看他把白米饭倒出来了，然后之后呢，他把卤汁。卤肉饭的卤汁啊，不是，他刚丢了一个是石灰，有点像石灰袋。好，然后这个是卤包，卤肉料理卤肉，然后倒到另外一边。
哇，看起来这个浓郁的卤肉。哦，我的不是卧铺的，我的不是卧铺的，我的车就是一般的那个高铁，没有到住啦，没有到住啦。干的生米哦，生米，然后卤肉包，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之后他还倒什么？他倒了好多东西，我看他倒了好多东西，这个什么？哦，就是那个饭上面会有一些干的那个脱水蔬菜，然后这一包应该是水，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水吧？它水加上石灰不就会产生热？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对不对？是水吧？对。然后他再把那个煮饭的水放进去，然后他把盖子盖上去之后呢，等于下面的那个石灰产生热气之后，他是用蒸的把整个饭蒸好。然后你就这样放着，但我没有拍到成品啦。但你就这样放着，放了，放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你的卤肉饭就好了。对，超酷，真的超酷，而且这种菜还蛮好吃的。他用蒸的这件事情真的超酷的，是蒸的啊！下一站福州，对，我们要去福州，我们就开始往南了。到福州之后呢，他那个气温就开始。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冷了，因为往南嘛，就比较没有那么冷。然后气温跟福州好像已经跟好像跟台北的纬度好像差不多吧。而且在福州那边，你已经可以看到有人在讲就是台语了。然后也会有开始那很多摊车那种，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路边就是卖水果的那种小发财车嘛，就开始有比较多类似像那一种的出现。福州站，福州站到了，福州站到了。有听到国骂吗？好像没有碰到那么多当地的人。那这我在路边，我在车上拍路边的，就是开始就是哦，福州感觉跟比如说上海、杭州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感觉，好像很常看到，就开始觉得好像有熟悉的感觉了，开始卖水果跟蔬菜。有熟悉的感觉出现了，然后还有那个紫紫的灯，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带，都不会带安全帽啊，对。然后这是我们住的饭店，它已经有，就是几乎每个饭店里面都有那个机器人送餐机器人。我在猜应该是之前疫情的时候，他们那个疫情的饭店是那种疫情的饭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百八最讨厌这个东西了，百八对这个超凶的。然后这是那当天晚上睡的。的地方就没有像之前的两间那么的这个国 Q 的感觉了，但也是 OK 啊，干干净净，没什么太大问题。厕所的部分有一个超级无敌大浴缸，有一个超大浴缸。但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水超级超级不热，是温的，超级不爽的。而且最后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这是我们晚餐要去吃饭的。商场的部分，对。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商场去走走看看啊，逛逛啊，感觉有点，我觉得我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有点像三井奥莱，林口三井奥莱那种感觉。而水不热而且我们打电话就跟服务台说，然后结果最后就不了了之他那个水是怎么样，你知道，就是水又小，然后又不热。等于说你只能一直冲，一直冲，然后赶快把它洗完。就你不能期待会有热水，真的不行，超级糟糕的。中间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广场，然后我们那样当天晚上吃的是这个四方桌，它是一个叫做客家吧，好像叫客家菜，福建客家土菜，对对对。总会说用热水壶烧开水，然后我跟你讲，我原本是想泡的，本来想泡汤，然后我也是用热水壶烧开水，但是因为那个浴缸真的实在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哦，这个晚餐的这一天在福州吃这个菜就它没有不好吃，但是你比较没有那么惊艳了，因为开始你会觉得这个味道跟比如说你可能在哪里，你在台北或是哪一个地区。吃过的那个菜色，你会觉得味道上是你有熟悉过的味道。它没有不好吃，只是它不会没有那么惊艳。这个好像是有点类似姜丝大肠，但又有点不太像，它不是那个路线的。蔬菜，这个就是蔬菜。然后这个有一点像是那个白菜卤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是茄子，我是不吃茄子啊，但是因为我想说我人都来了，不然就还是吃一下吧，还渴啦，还渴啦。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像是内脏类的，炒内脏类的东西，对，然后辣，很辣，很辣。每次说到蔬菜，真的蔬菜真的没什么好说，真的没什么好说，它就是蔬菜。这个有点像三杯鸡的东西，上面还放了一个香菜，非常非常的懂哦。这个蛮下饭的，我记得。然后这个好像不知道是什么虾什么包，然后它还要淋上一个这个，就是淋上铁板熟了之后淋上一个这个，然后那个味道出来这样。视觉响应，视觉响应啊。好，然后到了晚上呢，你吃完以后总是会有宵夜嘛，宵夜的行程是一定要有的嘛，所以叫了宵夜呢，我也叫了外送宵夜。叫了外送宵夜呢，就是会有人来帮我送。他送来之后呢，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是，我以为就是他说已经送到了，叫我打开，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帮我就打开，我手就伸过去啊，然后就发现靠北打不开耶，因为他送到你房门，你要输入你的房号，他才会打开。然后我还想硬 A， 我想硬 A， 你知道吗？我想硬 A 把它打开来，然后就发现A 不没有办法 A 不了耶。然后最后发现OK 好，那不然按好，我按了他才松口啊。他才松了一口气，我想说OK 哦，谢谢哦。但是他有说请我帮他把门关上了，他说要把门关上，对啊，我就帮他把门关上了。好，加上我没有硬 A 啊，他还露出一个很可爱的眼睛，然后我好像目送他离开吧，我记得。而且我跟大家说，他是会坐电梯的，那个现在最后面那个地方就是电梯，他到那个电梯以后，你一定会想说他要怎么按电梯，难道他手会伸出来去按电梯吗？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反正电梯就是会自己上来就对了，超厉害。然后我点的就是类似永和豆浆，我想说这里竟然永和豆浆，那帮我点看看好。他这个饭团里面包的料跟我们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也有肉松也有菜脯，但吃起来的味道不太一样，可以接受，吃起来不太一样。然后他的豆浆也蛮好喝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对对，而节省超多人力，基本上你看不太到什么人啊，基本上。对，你以为他会伸出手按电梯，对不对？他不会，我也以为他会，但不会，电梯自己会上来，他们已经瞧好了，你知道吗？都是机器人嘛，对不对？他们已经瞧好了。然后还有点小笼包啊，还有带肉粉圆出门。那这个是福州的第二天，我们今天有再多在这天多休息一天，然后我们找了一间，想说，那你既然来福州，一定要吃福州菜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来了这一间叫老福州，我们查的就是那个评分还蛮高的，然后这个就是它的饮料跟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点心之类的，甘蔗马蹄，还有这个什么茉莉绿跟这个大红袍奶茶，马蛋，但我都没有点，因为怕吃不完啊，肉丸糕。啊，好，下一街叫肉丸。那这个就是路边的街景，因为他，我记得我们去，然后要排队，所以我们就等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是我也拍一下他的菜单，他的菜单感觉是不是很像你在 Seven 看到的年货菜单上面会出现的菜，是不是很像？民间佛跳墙，老福州鱼牛鲜吗？对，就是有各种黑椒小黄牛啊，孜然羊排啊，我有点那个荣成醉排骨，还有荔枝肉我也有点。然后这个好像就是瑞塔说的那个肉燕，福州肉燕，对，这就福州肉燕。它，我吃起来我觉得就是馄饨啊，对啊，其实就蛮馄饨的，对对对。然后这个好像是虾子还是蟹，我忘记了，但是它的那个油耗味很重，有点可怕，我有点不敢。然后这个很好吃，这个就是荔枝肉，就上面真的有荔枝，然后它那个肉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真的非常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这个好吃。然后它下面还放那个干冰的嘛，然后这个是阿桃说要喝奶茶，所以就点了一个奶茶。这个是
炒有点像炒面线，有点像炒米粉，但是跟炒米粉有点不太一样，味道也是不错。但我这次真的没有骗大家，就是我这次去吃到的，我基本上没有吃到雷的，只有吃到不惊艳的，但没有吃到雷的。他们对吃的我觉得还蛮讲究的，对，就是福州路边街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些就是城区老城区的部分，这样，那给大家可以听一下，路上没什么马引擎声。所以这一区好像就是他们的那种古迹区啊，啊有些古迹区进去是要啊，这个是那个林则徐纪念馆，对对对，还有些进去看你是要付门票的，对对对。林文忠公祠，因为他有付门票，我就没有进去，不然就可以带大家进去看看了。然后他后面那边呢，等一下后面那边还有另外一区，就是啊，这个是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孙悟空哦，然后我觉得太帅了，他整个架势真的做得太好了。然后我拍一拍之后，我朋友跟我讲说，哎，你小心不要被他发现，到时候要跟你收钱。太酷了，真的太吸引我的目光了。齐天大圣啊，他很完整，他的装扮非常完整，他是不是就是发明家嘛，就小弟嘛。然后这个呢，就是古色古香的。古色古香的肯德基，非常古色古香，超级妙的古色古香的肯德基。然后这个是另外一边的，就往里面走，继续往里面走，看到的街景。然后在另外一边，我记得好像有看到这个，对对对，就这个古色古香麦当劳，古色古香麦当劳，真的超酷的，真的超酷，我觉得这两间真的超酷，而且重点是他还写出来麦当劳。然后这个中间这里有点像，我觉得这里比较像是我们会有的那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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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老街啊，圈圈老街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这里很多就是店家几乎都是一致性的，有一些仿古味仿古味这样。然后这里看到一只猫咪超可爱，马上撸马上撸，我马上停下来撸，马上撸线路。然后这个就是我有拍照给大家看，因为我在进去那一条这个逛街的这条街之后，然后我发现有超多超多人手上都拿一个竹筒，我想说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拿竹筒，为什么他们竹筒上面看起来好像都有冰淇淋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最后发现说，是在中间后面有一间店，就是这一间店，然后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二话不说，有没有？你看他把那鲜奶油这样层层挤上去，我就哇，这个少女心极度喷发，你怎么可以错过这一刻美好的时光呢？看，撒撒撒撒撒撒，现场看，哇，差点他就是，你看差点撒，差点整罐都撒出来，你看看多好看，再撒一些粉，你看。我都想跟他讲说，你那个撒在下面的那一盘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要下面那一盘就好了？插一个竹叶这样，然后它这个是饮料，它其实是饮料，然后你的饮料就完成了。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冰淇淋的，然后就是草莓，各式草莓在上面这样。啊，这个姐姐挑这个草莓挑超久的。然后她，你看她也要急了，哇哇，你看这个，哇哇哇。哇看这个哇哇！你看这个草莓酱这样子，哇！不是我，很想吃我，但不是我。哎，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本来是要点冰淇淋的，但我一直以为那个奶油的就是冰淇淋，所以我就点。所以我发现啊，原来我想吃冰淇淋，但我最后点到的是饮料。哇！你看这个鲜奶油，杯子是竹子，是真的竹子 ，Reality 本部，撒撒撒撒撒！哇！你看。然后这些料，你看，哇，撒撒撒，哇哇哇哇啊！他那个茶真的好喝啊，鲜奶油也好吃，真的，我就跟大家说我没有雷到，我真的没雷到，哇，那拿在手上，哇，柔柔公举出来了，没错，那个鲜奶油是真滴蛮爽的，林则徐宅，没错，这个就是照片的部分哦。然后有小朋友啊，有一些历史的什么，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地方啊原本的历史是怎么样，所以就经过看了觉得蛮特别的，就把稍微记录一下这样。胖没关系，多走一点路就抵消了。就这个，这是一个饮料，它是一个茶，
然后这个是当天晚上结束劳动之后在路边吃的喝的一个汤哦，蛮好喝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到就是下一站去了。然后这里就是那个福州的高铁站。然后跟大家说，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搭高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平日吧，反正就是因为这一站好像是新站，所以没什么人。然后最有趣的事情是呢，我们这样走一走，我们都已经进去到最里面，结果发现我的那个我的台胞证掉了，我的证件掉了，他们证件掉了是超麻烦的事情，超级麻烦。好像在最后有找到，要不然我就事故了，我就可能要卡在那个地方了。我顺利上车，最后我顺利上车，喝到后面要搅在一起喝吗？对对对，喝到后面我要搅在一起喝，就变奶茶，双重享受。好，我们就顺利抵达温州站。我们抵达地方是这个点叫动车南站，然后出来以后呢，离市区好像是有一段路啦，所以这外面是就比较偏一点，就晴空万里，但就没什么建筑物什么东西之类的。好，然后到了温州之后呢，有看到这个好大的温州两个字啊，让我觉得那不拍个照不行吧？对，我是掉证件，我原本应该是要安安稳稳，但就没想见掉证件，我真的是过了安检之后就掉了，好家在没事。然后这是温州，那个时候到温州的时候，路上吃东西的店家不多，不算多，然后东看西看，然后那天也蛮冷的，真的蛮冷，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然后觉得好冷哦，然后最后看到一间小店，它有卖煎饺，又是煎饺。没错，又是煎饺，我就又点了一煎饺，然后这个煎饺汁多，超好吃，超级好吃，超补充热量，吃的超它，而且它是什么？它是煎饺，恰恰煎饺字就会里面出来的，它煎的超级卡的，超级卡的，真的是非常的。然后这炒饭，还可啊，还可啊，就煎饺比较强啦。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贡丸汤嘛，就看到贡丸汤你就觉得很熟悉哦。老板来个贡丸汤，就问你们超多贡丸，超多，好像不用钱一样。好，这是肉粉圆，带上肉粉圆。然后这个呢是我去了之后，然后那边有一间店，他那间店叫做撸猫锁，然后一个小时好像75块台币吧。对，就是就跟那个左边那个男生一样，就在里面撸猫，就狂撸，你想怎么撸就怎么撸。然后那些猫都在里面睡到翻掉，超爽的。我看了，因为外面蛮冷的，我看他们真的好爽。你看那个猫爽成这样，它真的很爽哎，它真的太夸张，真的睡到很爽。然后这个好像是在隔天吗？隔天吗？还是晚餐？我有点忘记。我们去吃，有点像是那种青州小菜的东西，就点一盘一盘的菜的那一种。对对对，想啊，想当猫啊。好，然后那一天住宿好像刚有拍吗？我那天住哪里？哦，我好像没拍。对，我好像没拍到。对对，我好像没拍。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哎，三安，出发前往下一站，温州再来是。厦门哦，到厦门之后，这里的纬度好像已经跟高雄一样了，哦，跟高雄一样。然后你已经可以开始听到他们的南方人讲话，跟我们讲话的那个腔调跟语气蛮像的，你会开始觉得好像是不是有就是很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哎，肉块哦，好，刚刚是不是应该是有，我跟你讲，刚刚有新朋友吗？有新朋友出现吗？好，我们继续。然后这里是在车站外面，我就先稍微嗨一下，看起来已经有一种南方感了，开始有点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树，这是椰子树吗？还槟榔树吗？好，这里是住的地方，这里就是我在那个厦门，我有开那个直播，我开直播就在这里开的。阿里说：“难道我不在几天又再度通膨到大家买不起皮？没有涨。然后这是我已经真的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很想要喝咖啡，然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就是
比较像精品咖啡那个类型的店家，然后终于找到了，然后这间看起来真的还不错，喝起来其实也还不错，最起码它你看它磨豆机也是用高档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比较像是一间大工厂，感觉跟那个就是国外的那种咖啡店，日本的那种在比较郊区那种咖啡店的感觉蛮像的哦。就是环境看起来是不错舒服的，然后这里是应该是刚到站的时候，在厦门的路途上，厦门北，然后这个是我们一到之后，不知道这个这一餐哦非常有趣，这一餐是非常有趣，我记得前面应该有拍到门口哦，就这个豪味家大猪脚美食，它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就非常非常 local 的那种自助餐的那种，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猪脚饭，然后饭大家不要看饭好像只有后面那一坨，没有，就是那个菜豆芽菜啊跟那个叫什么白色那个菜叫什么菜花下面都是白饭，然后猪脚超大一个，然后这个是帮那个咖啡拍的一个照，然后这是店内看起来就是有那种就是精品咖啡那种高级店家的感觉，花椰菜，白色花椰菜，对，看起来非常不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喝好喝咖啡的感觉了？然后这个是劳动地点，它是一个类似展演空间跟一个书店结合，然后它这个书店非常不错，我很喜欢，就是有很多设计的印刷物啊，跟一些什么黑胶啊，跟一些不一样的书籍啊，就是非常有氛围，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觉得很赞。谭老师要帮我们上健康教育课了吗？老师要上来吗？老师要举手上来吗？要举手发言吗？然后这个很有趣，它那个上面左上角干了这杯，积极向上，非易碎品。然后这是他们，就是你要如果要买一些酒水之类的，就自取这样，然后再付钱。这是门口看起来也就是很有 sense 的那种店家的感觉哦。然后这个是晚上的时候去喝的，然后他们跟我说这个乌苏啤酒喝了隔天就是一定会头痛，结果也确实也真的是隔天头痛，而且他说乌苏啤酒倒过来念就是 NSNM， 好像就是就是不好听的字，不好听的字，我就不说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出发，刚是到那个厦门嘛，厦门之后要出发前往要去哪？厦门，在深圳，要去深圳。然后这一个是我在车站买的肯德基的卡鸡腿堡。然后我觉得蛮酥的，可是也没有，可能我没有很喜欢吃肯德基吧，我觉得有可能啦。然后他们车站的素食店啊，麦当劳跟肯德基都超贵了。阿里是说不是，他是我用打的好了，大家如果想找，我还是用打的，我觉得用打的就不会有事，我用念的感觉比较那个。对，他是这样，他是这个样子，对。难得去更远的地方就不要吃素食店了吧？没有，左左，我跟你说，车站没得选，那个文鸟车站没得选，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他没得选。好，出发，吃饱饱餐一顿，继续上路。到了深圳北站，日本的麦当劳松饼汉堡好好吃。哎，我去日本，我几乎没有什么吃过日本嘛，就是跟会跟左左一样那个想法，就会觉得啊，你都去了，干嘛还要再吃麦当劳？但是你没想到他们那里的麦当劳跟我们这里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边呢，因为深圳的旁边其实就是香港，然后好像据说要去香港，好像只要办一个什么手续就可以去，就没有那么麻烦。对，福田，我们到福田，这里是深圳。然后刚出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拍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塞，我们是直接来到了那种
很像高级的那种，好像在信义区，好像来到信义区的那种感觉哦。对，这个是他们那个街景，几乎都是高楼大厦。高级的都会区啊，像台中吗？高级，高级感。然后这个啊，这间是我们到深圳的吃的第一餐，然后它是一个牛肉面，然后它的牛肉面呢，这个师傅是你的面是现擀的，你如果要吃很细的面，一般细、细、普通、普粗、中粗、大粗、特粗，它都是现场擀的，它就是现场这样捏。比如说你要吃多细啊，它就是比如说多拉几次就变很细啊，你要吃很粗，它就是可能拉几次而已啊，就都是现拉的，现拉的，然后它就丢下去煮，然后接下一个，然后它继续弄这样，超酷的，第一次看到哎、欸，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欸。比如说啊，我今天想要吃粗一点，它就不要拉那么多次这样，而且两个应该是一样细哦、喔。对啊，超酷哎、欸！今天直播画面好临场感，当然了，女郎。真的要多粗就多粗，真的。他就那一坨，他那一坨，你要粗要细，像我就吃特粗的啊。你看，我好像就吃这个粗度吧，应该是这个吧？是吗？好像不是。这个就比较粗，比刚刚的粗了。刚刚那个细细圆圆的、哦，这个就没有了、哦。对，然后这个就是他另外一锅就是比较靠近我们镜头的那一锅是高汤，然后他最左边那个就是。辣油是一定要加，然后右边那个是香菜跟葱，然后那个辣油超红，然后这是他的高汤，他的高汤就这样，因为没有很多人啊，所以他没有煮很满啦，对啊，然后就这样，我吃的刚刚就是最后面那个粗度的面，然后一定要加一匙这个，然后什么东西，这个葱啊，然后汤头很赞哦，汤头很赞哦，然后这个辣其实也不会真的很辣。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餐开始之后呢，我这个到回台湾之后呢，就是这个肠胃持续都还是有在做一些喷射的状态，对的，因为我一直不确，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这碗面有问题。这个是深圳劳动的场所，对。然后这个是深圳的晚上我们去吃，有点像是热炒店，有点像是热炒店的，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就是有点像麻辣皮蛋的东西，这个是海瓜子，然后这个是那种小就是咸酥虾，小虾子，超级小的小虾子，然后一个热炒肥肠，喷射清洁枪，差不多了吧，已经差不多了吧，真的是差不多了吧，然后各式就是口味上来讲也算是习惯，但只是说加进去的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叫了一些那个串串，就是他们的烤串啦，他们的烤串几乎都是，他们叫如果是叫串串的话，他们几乎都是比较像那种，他们调味几乎都是那种新疆孜然啊，那些香料会放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会烤的超级无敌爆炸酥的那种的，对。就这个，它是好吃啊，很爽啊，但应该是蛮废的。会蛮废吗？它其实就只有加那个粉而已啊，不知道。然后这个是烤大白菜，哦，这个很爽，这个好好吃哦，这个超好吃的，看似健康。然后再隔一天，差不多已经是结尾的部分了。然后我们在深圳，然后就想说，哎，既然来到深圳。就是也是像是广东啊，就是广州广东这样，是不是应该要吃个烧腊？是不是应该要吃一个正港烧腊？所以我们上网查，然后上网查中，然后就查到，哎，这些名店，你看那个门口蹲着那么多人，那个晨光记，很有名很有名的感觉。然后想说，哎，那不然这样子，不然就来吃。然后也是因为要排队，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先走走逛逛好了。这边有一个什么薄角烧肉，不是什么削角牛肉，不是，是什么角牛肉？然后顺德宫的什么广东猪肚鸡，也是都蛮多人啊，附近吃的店家都人都蛮多的。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这个应该叫什么菠萝油吗？我是没有点来吃啦。然后这个里面你看没有骗大家吧，这里面的那个室内设计都是给你做很提花的那种感觉。
哈，菜单，然后这个它叫做什么？它叫做因为我看到它也是招牌，然后它就是那个很厚片吐司，然后它上面它是这个叫做什么肉奶滑，肉流出来那个肉奶就是那个奶，然后滑是哪个滑？是哪个滑？哎，滑。滑好像是精华的滑吧，好像精华的滑吧，对不对？它叫肉奶滑，它真的叫肉奶滑，对。然后就是这样，它上面就是一坨，应该是卡士达之类的吗？不太确定。然后超级好笑，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吃它。然后我还问店员说，哎，不好意思，这个是我要直接用吸的这个样。他说啊，不是，因为他说叫漏奶滑，就是会流出来的意思，他就是要你这样切开，然后让它这样流出来，漏奶流出来啊，漏奶滑流出来这样。我跟大家说，这个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他就说要帮你切吗？我说哦，好，不会切，所以他就现场示范给我们看，就是这样切，对，漏奶滑。真的，我没有骗大家，我没有黄标意思，但是它真的叫肉奶滑，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你看这个流出来真的不得了。还有，我记得我应该还有拍其他菜式吧。这个好像是鸳鸯奶茶还是丝袜奶茶？不是我点的。啊，这个是刚刚的那个肉奶滑的照片。喵完，然后这个是，烧鹅吗？还是鸭腿？烧鹅还是鸭腿？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有的腌萝卜，然后这个是公仔面，对，公仔面煮的蛮好吃的，公仔面就泡面嘛。然后这个是我点的一个双拼的叉烧跟烧鹅的饭，好吃啊。然后这个呢超可爱，它这个叫做什么？它这个叫做它是有点像冻柠茶，然后但是它那只熊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它的你的那个冻柠茶的那个冰块就是一只熊，然后它是用那个熊的膜去做成那个冻柠的那个冰块，就你等于里面应该是原汁啊，超级可爱，这个超级可爱，它就是浮在那里，你喝完它也还在，超强的。啊，这个是好像是叫什么，好像是什么鸡汤的样子，好像是，对。就不会被稀释，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少买，很常见嘛。然后这个是，这个我印象超深刻，它这个叫做鸭屎香柠檬茶。为什么叫鸭屎呢？为什么叫鸭屎香呢？就是我原本一直很好奇，为什么鸭屎香到底什么意思？是真的会加了一个什么特别东西吗？然后它其实就是来的时候，它上面放一只鸭子，然后鸭子等于鸭屎，可能就是。他可能他看起来意象上，他可能在这边蹲上了什么东西，这样就是好喝也好喝，然后你等于就是拿到了一只鸭子。但一定会有人想问我，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鸭子点那个柠檬茶？不行，因为他柠檬茶就叫做鸭屎香柠檬茶。那现在这只鸭子呢还在我家，那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我家浴缸要泡的时候，我的那个把水堵住的那个东西，我上面一直很想放一只鸭子，就是可以浮起来，那我一直没有买。结果今时今日，这只鸭子出现，所以它现在如果我有泡澡的话，它就会浮在上面。这样，它浮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鸭子转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晨光记手打柠檬茶。滑坡烧麦，你要确定呢？不担心越来越多人上车？不是，我们今天是旅游分享，我们今天没有要上车，没有要上什么车，上什么车？我们今天没有要上车啊！你们怎么了？没有要上车。好，然后这个在深圳，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然后我去在附近找到这间咖啡厅，我觉得这间咖啡厅超赞，它就小小间，它就长这个样子，然后它咖啡超好喝，然后而且很便宜，然后它有一个咖啡喝起来有那个桂花的香味，超级香的。这间店真的很不错，我还跟老板聊天，交个朋友。他买了一大堆豆子回去给家，也没有一大堆啦，买了一些豆子回去送给一些亲朋好友这样。我看一下龙月写什么，一
银花香单丛，简称鸭屎香，产自广东湖州。因为种植在鸭屎土，茶叶叶形以鸭木角。哦，所以真的是鸭屎香啊！哦，酷哎！哦，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子。哦，那好，那 OK。这间不错，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它还有一个是红酒，喝起来是有红酒味的。然后这是晚上，晚上到这附近找个地方吃，因为最后一个晚上了。然后到了也是一区，我每次就是随便走，随便走，随便骑脚踏车，随便走这样。然后到了一区这个，然后最后选定了一间也是吃那种就是串烤店的，然后有人在中间唱歌，就是你喝嗨了，然后就我要唱歌，唱一首什么瑞塔驾到来给我听这样子，然后给他小费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它是写长沙臭豆腐，然后它是黑色的，然后它后面里面就是泡有酱汁，这个吃起来还蛮特别，就是它没有到真的那么臭，可是它吃起来味道还蛮不错，蛮特别，我觉得蛮特别的。对对对，在那个串烤店，我刚刚那个串烤店附近。然后这是最后一天，一样也是吃串串，然后就是它也是会给你那个香料粉这样沾起来吃，也是很不错。小黄瓜，必备小黄瓜。最后一碗一定还是要吃个爽的啦，还是得要吃个爽的才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隔天准备要上机，准备要坐捷运到机场。对，因为我们离深圳的机场还蛮近的。然后到了上班时间以后，人开始就变超多了。然后到机场之后呢，那时候还蛮早的，然后在机场上面都是这个很多栋的设计，就想说，这样子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不就没有办法来这里坐飞机吗？你看他在旁边那个吹气孔。然后在机场的，在这里的最后一餐，我就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东看西看，看起来就想说，好像这个拉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所以就点了，看起来还算是有模有样，还可以啦，可以吃啦 ，OK 啦。那个看起来很像我刚刚带狗散步捡的东西。你说鸭屎香的那个吗？然后你说长沙臭豆腐那个哦，陈老师，你怎么这样讲话啊？然后之后呢，到了机场以后就坐那个小车，然后到要坐飞机了。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在等啊，又要等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蛮久。然后想说，那不然先拍拍这种画面，不常拍，就拍给大家看一下，晴空万里，然后准备要上飞机，太阳很大，这样子太密集了，对不对？对吧？然后最后呢，我们就顺利到家啦。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讲得完哦，太好了。哇，喝口水。对，就是大概我大概去十天七个城市，然后算是比较紧凑啦，因为毕竟不是去玩，就是去劳动，然后等于说在路途上呢，但是真的不得不说，吃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还算都蛮不错的，一路以来吃都蛮没有踩到雷，我觉得都不错吃这样子。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蛮讲究吃的，就是像我刚说的一样，就是它不会像我今天买那个早餐的锅贴，就是有煎跟没煎一样的那种感觉。对，白羊安，所以就是我觉得旅游可以做到旅游真的是不错啦，但是像这种是劳动式的旅游，我觉得也不错，你最起码还是多多少少有一滴滴机会可以享受到就不一样的地方，会不一样的风情，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会想说不知道下一次还有什么机会。所以之后回来啊，然后像前一阵子去南投参加一个他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南投前一阵子有那个坐轿这件事情，那个轿是很难写，很不好写的那个轿，不是轿子的轿，然后也不是教育的教，是什么？好像是
好像有点像干给王的那个叫吗？是那个叫吗？我忘记了。但那个因为去，然后我也有记录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我下一次我也会开一个杂谈，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说去那个坐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尖叫，对对对，就是尖叫，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女郎打的那个，对对对对，一个有在一个交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去，然后我等于我去中国去两次，然后刚好去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也可以吃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看到也有不一样的风情，我觉得蛮好。我真的不得不说，我觉得可以吃到不同地区的菜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因为调味不一样，然后处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来源呢，但不会差到太多，但是你会发现说，我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真的算是在吃这件事情上增广见闻，我觉得其实真的算是蛮不错的，是可以好好体验一下。就我觉得，即便就算是在台湾，一定也还有超多不一样的菜式，就是从来没吃过。因为台湾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但其实也是蛮大。你就算你要每一个地方都去，每一个什么不为人知的什么隐藏菜单吃过，我觉得那个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你每次就像我每次去台南或者去高雄，我还是都会吃到，天哪，怎么有这个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件就是人生的体验啊，就跟刚刚龙玉说的一样吗？我觉得民以食为天，我觉得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辛苦，但我觉得吃这件事情还算是享受，吃这件事情还算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我觉得门槛还不算是高，算是比较容易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贪吃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好事吧。然后这次这样去玩，这种记录完，然后这样子会有一种觉得说，真的很想要做一下这种旅游相关的事情，像去一个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跟大家说，这咖啡你考虑一下哦，可以来拍个照，你考虑一下哦。比方说以前小时候，建教整条街一起办流水席，而且吃的蛮快，我还请同学一起来吃哦，所以它这个建教不是一个地区有的习俗吗？其实我蛮想知道的。所以女郎是算是生长在相关习俗的环境吗？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南投，然后跟一个台南，还有什么？好像啊，还有一些小店，我有一些小店不是拍的那么多的，我可能就会用小短片的方式来做。最近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啦，各种尝试啊，现在开始在做一些各种尝试，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到一些不一样技能，感觉好像可以做的事情变得更多了，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更多生活层面上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就会觉得那好像这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不会不完全一定要锁定在游戏上这件事情，就游戏喜欢玩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如果我每天都有食衣住行，然后我都会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东西就是应该跟大家分享啊，不是吗？不知道大家今天这样听完，截至目前有没有哪一个是最想尝试的，或是最想要去看看，或者想要尝试看看呢？不管是吃的啊，还是怎么样。虽然说我觉得，我这一趟下来做最多的记录应该就是吃的，因为你是不管你再忙，你一定都还是要吃东西，你可能没办法逛街，但你一定要吃东西。附近的庙办了几十年办一次哦，几十年办等一下，女郎是南投吗？如果你是南投的话，那就是啊，因为她
那个建教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好像它是三年一次，但是每隔几年，比如说九年还是十二年，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它好像有一个规则。哦 ，J 是南投的吗？哇，有在地人呢、欸，那我在做南投那个时候就可以问你很多了、欸。有啊有啊，这一次就是前一阵子做教授，我有去啊，我有去两天一夜啊，我有去啊，我有去，他有四站嘛，对啊，他们东西南北嘛，我好像去了，我去了两个，然后经过一个啊，对对对，女郎是台南，对，都忘了，他那个南投那个真的蛮酷的。他那个在坐教期间的时候是要吃素，超酷！我有整理拍下来，下一次杂谈的时候要分享给大家。我觉得那个超好玩，超有趣的。就是去了以后会发现说，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竟然有这种习俗，而且是整个地区的人共同举行这个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件超酷的事情，这就是就会有一种觉得，这就是文化习俗文化的那种感觉。麦当劳好像还是有卖荤的啦，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外卖外送好像还是有卖荤的，对，超酷的、欸、而且我应该要跟大家邀一些就是特色当各地特色习俗或是一些小吃嘛，有机会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来做一个环岛特辑之类的，选一些那个各地肉粉圆，然后做一些那个各站点的支援，这样建教不是只有南投会有哦，但它应该是一个活动吗？要算活动吗？算是一个，还是它是一个仪式？要说仪式吗？哦，全台都有，只是时间不太一样哦。送肉粽算吗？送肉粽是那个吗？是，我怎么觉得好像知道啊？送肉粽怕，对啊，是嘛？送肉粽是那个嘛？道教的祭典仪式哦，是道教哦。道教那可以问小弟吗？道教跟道士有关系吗？脏话习俗，对，我好像啊，就是那个嘛，对不对？就是那个可怕的那个嘛，不能在马路上那个嘛，对不对？对不对？我记得。但那个习俗现在还有在进行吗？它是一个逢年过节，好像不是逢年过节嘛，对不对？它好像是，哦，好，对对，要回避，对，它是有发生，然后就会执行的东西，对不对？我记得。中邪电影演的，彰化海鲜跟台中海鲜都有哦，有发生嘛？对，我记得好像是有遇到事件哦，哇，那个真的蛮可怕的，那个真的蛮可怕的。感觉应该要。曾经被发过符咒，叫我贴在家门口哦，感觉拿到好像会很怕怕的感觉哦，就是你要，就是可能当然可能跟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可是一想到要，就是会有一个会说会经过家里，不要开窗也不会偷看，哇，真的超压抑的哎，那很可怕哎，感觉超可怕的哎。你还要想说，会事先通知说会经过哪，请大家避开一个时间。喂，感觉这真的不是开玩笑，感觉真的会害怕哎，好紧张的感觉哦。你必须要小心翼翼这样。这个习俗确实也是，这算是比较可怕的习俗吗？应该算是吧。只
要有那个仪式，不是提早下班就是提早下课。哇哇，就是，所以这个提早下班跟提早下课是整个彰化地区吗？还是只有那个仪式的那个地区啊？这样，现在好像都会刊登在新闻公告。哇，真的假的啊？哎、欸，我好，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也都没在看新闻，所以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哇，感觉真的是，是啊，毕竟是不好的事情，路线上会通知。哇哇哇！哦，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做这个仪式感觉做这个仪式感觉好像那个预算好像也是要不少的。但有的人抱怨过，怎么抱怨？觉得不应该做这种扰民的行为吗？哦，观念冲突，然后觉得是麻烦，确实也是因为你要附近所有的人都配合这件事情，确实你等于说是会影响别人嘛。但是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又怕带给别人不方便，所以告诉他们不要靠近。哎，确实啊，各有各的立场啦，各有各的立场啦。嘟嘟嘟。要求别人配合，不能出门。对啊，如果我真的有想要去哪里，要怎么办？但是如果比如说，如果我保持着一个心术良正，就是人不犯我不犯人，就是我保持我的敬意，那是不是就还 OK 了呢？阿元安，今天外出去台中，突然接到电话叫我赶快回家，说是有仪式。哈，我觉得有可能会越来越少啦，确实有可能，因为毕竟可能会不会要做的人。知道的人，那也要知道仪式的人，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仪式的这个观念是否是会有传承啦。虽然说这也算是一种文化习俗，但好像如果。可以不用看到，好像也是比较好的样子啊。就是还是祈求大家这个平安顺利顺遂啦，吼，不要有这个机会这样子。哇，辗转，我们这个杂谈一瞬间来到了剩下一点点时间，刚好也带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中国之旅的杂谈。明天又要开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想跟大家说。想到了，我明天中午因为要外出要劳动，所以明天中午的这个直播会暂停一次。但明天应该诺斯维加斯应该还是可以开起来。对，中午的那个。本来是要想说继续接那个物语飘零之声啦，但是可能要移到如果二三玩恐怖游戏的话，应该四吧。进度已经到回，我已经回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聊一些那个本土仪式的东西了。对啊。这几天好像我昨天去投票，然后又发现天气好像也没有真的很冷，而且还有点热。我的冬天是不是就要这样结束了呢？你比如说聊不了，我原本以为聊不完啊，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怕我聊不完，所以我就一直讲叭叭叭啊，狂讲这样。冰块的声音是不是要喝冰的？没有啦，那个是那个保暖保热剂啦，不是冰的啦，怎么可能是冰的？它一定是热的啊！我真的原本以为我聊不完，因为我剪完的时候，他那个影片，我看影片多久？影片
35分钟，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35分钟啊，如果中间都停下来的话，我要怎么办？我怎么可能聊得完？对啊，超热，老板就一直讲。不是啊，我旅游实际，我当然是一直讲，没有问题吧？对不对？是吧？是，我是应该要一直讲吧？我原本想说，全部讲完，然后，如果有剩时间，然后再问大家说，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想要吃什么吗？但想一想说，不对啊，我要是讲完，然后问大家说，你们什么是特别想吃的？他们就算回答我，我也没有办法带他们吃，这样好像反而有点违。就是，我吃完以后啊，那是哦，哇，糟糕，应该是其他都不记得，只剩影片的东西可以讲。没有，我都记得，就是你要开问卷啊，在鬼转博德啪啪，这个皮好适合登记，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吧？投票最高带大家去吃。我刚看那个投票的那个系统好像坏掉，我刚点投票好像都不行，没有办法点，超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超诡异的。不是女郎就想要看博德啪啪，博德啪啪我们现在在公开场合，这样不方便吧？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最赞，这个真的最赞，这个烤肉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香料型的，加香料粉的，很多香料，再加了4-5种香料，这个真的是最赞的，这个是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看起来它那个豆腐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烤起来之后其实也是蛮不错，就是虽然我不太能吃辣啦，可是它的辣会让你觉得非常过瘾。我觉得应该说有，如果有喝酒的话，这个局真的蛮不错，很适合啊。这个没什么肉，它就是小点小点小，它就是一小块，就是肉算是小小小小，它不是那种大片肉的那种。豆腐应该是豆腐，对。这样我们要把老百姓争到死。瑞说老板好久没开投票，不是因为就是女郎是说我以前的那种投票吗？就是什么啊问东问西的那种投票吗？我最近没有特别。你说要按赞的那个投票吗？最近没有特别想叫他，最近没有特别想说那个，我应该是说我怕大家觉得很腻，就是我玩的那一招啦。那个是鸡翅的尾巴，对啊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是啊。等一下啊，哪一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对，鸡翅的尾巴就是最后一节啊。比较好奇这种烤盘不会粘黏吗？龙友我跟你讲，不会粘，真的不会粘，它不会粘。我觉得它不会粘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它烤的那些都是一块一块的，就是比较。不，我不知道，就是不会粘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那个洞比较，我不确定的，真的没有粘，都没有粘哎，对，不粘。它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烤那种，就是那种鸡皮啊，然后什么鸡胗啊，然后小肉块啊，是有马蹄啊，大家看它白色那个椭圆形的那个就是马蹄，那个就是马蹄，对，然后。黄色的那个右下角黄色那个就是豆腐，是应该是比较像豆腐啊，我觉得吃起来比较像豆腐。对，黄黄的那个是豆腐，不是高温烤加油脂少。对，也是因为这些食材确实也都没什么油脂，确实也是，对，确实是。不是啊，大黑一定要去补前面的啊！我的旅游日志全部都是在介绍吃的啊，全部都是啊。它就是一个美食部落，我就是一个美食部落客啊。你看我那个背包里面都是吃的呢，我就带吃的啊。还有什么？还有卤肉饭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啊，
好了，我觉得杭州的让我比较惊艳啦，就是比较稍微北方一点的菜式，我觉得会比较惊艳，南方的会比较习惯一点，没有那么惊艳。对对对，还有这个啊，这个看起来很好吃的烤鸡啊，烤鸭，对对对，喷射汤面也是好吃，其实缺点就是喷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对，除此之外没有啥。还有这个，还有、哦、我刚跟大家说的那个，就这个锅贴啊，这个锅贴它好吃，它真的好吃，这锅贴好吃，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想说看起来就是那种普通早餐，那种普通早餐店的锅贴一定都超级普通。喷射汤面是我的缺点吗？我喷射是我的缺点，不是他缺点，是他缺点吧？我吃了它，我喷射了，那就是它的缺点啊。安保说去那边肠胃 OK 吗？都 OK， 就是从喷射汤面之后就开始不 OK 了。喷射汤面是，我刚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哎，等一下，好像是厦门，我看一下，厦门吗？还是深圳啊？深圳，就从这里开始啊，从深圳开始啊。面粉香要从里面喷出来，对啊，君，你看看这个线杆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线杆的真的很酷，好吃是好吃的，汤面是好，它的高汤很纯，就是浓厚度也够，就是它是那种清澈汤，但是它那个味道够浓郁，对。不是说没辣怎么分成的，有辣，它旁边有一锅辣啊，对吧、啊？这个线杆，就那锅、啊，就左边那个辣、啊，就一定要舀一匙的。本来我不想舀，但他们都说不行，这个面就是你一定要舀一匙，吃完就那个啦 ，jetpack，jet 啊，喷射背包的喷射啊，就喷啦、啊，真的，好奇怪，真的超奇怪，我也觉得超奇怪，怕太好吃是因为他们家的元素凑齐票。哎，我觉得，我没有吃，哎，我觉得我没有，目前没有吃到好吃到我觉得它是加了什么元素周期表的东西，我自己感受啦，感受上来讲，还没有这么夸张，有些化工的东西你一吃就会知道，像这种啦，这种还比较有可能，但我确实是深圳之后确实是比较微一点，对，前面的话可能就是那个饼吧，对啊，烤肉，然后。这个饼还有这个馄饨，这馄饨不错，排骨没有什么味道还 OK， 但那个饼真的很好吃，那个门口小哥的那个饼真的很好吃，然后福州，对，福州就真的就真的不算惊艳了，没有到很火，我觉得没有到很狠啊，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很狠。肉奶华是让我非常惊艳的甜品嘛，非常惊艳，真的非常惊艳。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真的，我觉得完全可以的那种，但它绝对爆炸肥，绝对是爆炸肥的那种，但是你是绝对爆炸开心，它绝对可以让你爆炸开心。我跟你讲，今天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再难过，只要来一份肉奶华，你最起码会有一种真的。吐司里面加炸牛奶，它我不知道，它应该是法式吐司，应该不是炸吐司，法式吐司。那大安宝刚刚没有跟台吗？这一个甜点的名称就叫肉奶华，真的，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对，它这个真的很厉害，爆炸肥，爆炸开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而且它那个不是肉桂粉，我不知道什么粉，反正不是肉桂粉。然后它就是，它想把你切出来之后啊，然后你这样子戳其中一角，然后你要把其他面全部沾满那个，沾满之后，然后靠进去，嘴巴张开啊，然后这样，哇，真的是，哇哦 ，Kinky 说是阿华甜粉，哦，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更像。
这看起来真的好吃，应该我猜。我跟你讲，不要说你的菜，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一定是在座所有的人才一定可以，大家一定都可以爱上这道，绝对可以。因为它的厚片够厚，所以它那个吐司的心呐、啊，白色的部分还是健在，它没有被没有被比如说完全都是掩盖过去，所以沾了吃以后，你还是可以吃到原本吐司中间的白。然后外面的法式，然后再加上它的肉奶花的奶的这个东西，哇，真的不一样，真的很赞，真的很赞。肉奶花是说从香港起源，但我还没在香港吃过啊，真的假的？会不会是那种啊起源？会不会其实只是一个 idea， 但或许不是真正发迹的那种？因为很多小吃或者很多东西不是都这样吗？就是哦，它源起是在那个是在某一个地方，但它可能。不是在那里红的，他可能是在那里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到哪一个地方，哎、欸，才起来这样。这不错啊，港式我真的蛮喜欢吃港点的。然后还有什么？怎么这样子看一看，又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很多东西的样子，好像还好，滑一滑发现好像还好。撸猫啊，再就这个啊，王美茶，王美茶。不错，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台湾卖，感觉会蛮有机会可以红一波，因为它太稀花了，你知道吗？那个竹筒真的太稀花了，然后虽然说很不环保嘛，很不环保，我那竹筒你可以带回家，应该可以拿来当笔筒，应该没有问题啊。但它饮品本身也是好喝，也是不错，对。那竹筒真的太稀花了，这真的太稀花了。哎，它的竹筒它都放在一个很像高温杀菌的一个箱子里面，竹筒环保，但是你如果丢在垃圾桶里面就不环保了，对不对？竹筒是环保的，但是如果你把竹筒丢在垃圾桶就不行。我又再讲一次一模一样的话，它应该要有一个那个吧，是不是？是不是丢在回收里面才行啊？垃圾桶至少它可以烧啊，这样说确实也是啊。哎，对啊，大家不觉得吗？你不觉得这个如果在台湾做的话，其实是有搞头的，是有机会，各方面都可以啊，对不对？因为它竹筒其实蛮大的，哎，这个真的不错，这个是真的不错。有没有？有我们这里有没有投资客？我们这里有没有资本家？我们这里有没有资本家？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漏铺开一个，我们开一个漏桶。怎么样？我们就用漏桶，我们就叫漏桶。感觉可以回去洗干净，塞糯米做成竹筒饭。哎，荣誉，我跟你说，竹筒饭我之前好像，我在那个哪里，在我之前在台北市有吃过一间，它是那个原住民的料理，然后他就有一个姐姐就跟我说竹筒饭。的那个竹子啊，要选那种就是年轻的，他是说年轻的吗？反正是新生要选年轻啊，你就选年轻的啦。因为选年轻的，你的竹筒，你的糯米塞进去的时候，你竹筒饭打开的时候，它那个竹子的竹膜才会包住饭。那竹筒饭最重要就是要吃，就是要有那个竹膜把饭包住，要不然你有时候用那个竹子如果太老的话，你那个竹筒饭打开，那个饭是没有竹膜，它就不会是这样包在那个里面了。对。饭哦，不是我们卖饮料的啦，卖饮料的啦。我出10万肉盾令，不是我不要肉盾，肉盾令没有价值，不要。有没有新台币的资本家？你这个奶油跟放在你的泡泡杯很像呢。我们大胆一点，用泡泡杯装是没有问题啊。泡泡杯装当然一定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竹筒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我们可以吸引到一些网美啊，对不对？怎么会没有价值？不能换新台币啊。我们需要换一些新台币吧？我们开不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带着这么多，我们带这么多肉盾令，我们去找店家跟他谈说，你租金多少？一个月多少？我这一个月大概75000啊，75000 OK， 我75000肉盾令付给你，你觉得他会不会报警把你轰出去？龙威问说，那一杯竹筒饮料多少钱？哎，我记得好像没有很贵啊，我看一下。看得到吗？好像看不到。哎，多少钱？
险啊！我来查一下，福州竹筒饮料，福州竹筒饮料。哦，有，有，联合报有报哎，我看一下啊，看一下，好像。没有看到价钱，我记得没有很贵，就 OK。对，不准你这么说，不准你胡说 JPG。我的阿土，快去赌吧！对啊，你们现在在那边，笑死！你在那边给我公然公然跟我的肉粉圆在那边伸手牌讨这些资金，你要有本事，你作为一个作为发明一家大姐，你有本事应该要自己赚啊，怎么跟人家伸手牌了呢？人家尊称你一声宝姐，你这一声宝姐，你是讨钱的宝姐吗？伸手牌大昂宝，这样对吗？你看肉盾令多价值，肉盾令每一个币值都会在它相对应的场合提供它的价值，这是我绝对是相信的，下线刷一排汉堡，刷汉堡干嘛？刷汉堡要干嘛啦？你叫人家刷一排汉堡，结果第一个刷汉堡的人就是你，你是不是想要让大家用复制的比较方便？是不是？你这样子这个招不够高呢？确实是虚拟货币啦，但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它增值嘛，是不是？我们要让它增值吧，是不是？怎么挖？我矿源在我身上啊，你们不是都在往我这里挖吗？不是都从我这里挖出去的吗？对啊，刚刚当宝不是就是复制出来？你们还在找？我刚刚这样自己看一轮。我这样自己边讲边看一轮，看，看的我都想要叫一些外送，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叫一些宵夜，对不对？救命，他们好听话！你看看肉盾令的魅力，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是我的肉圆，给你一些面子，你在那使唤他们，还跟人家讨钱。我最近还在想说。啊，上一次应该有些，我上昨天吗？我忘记是哪，应该昨天吧。我还在想说，最近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了嘛，开始一些手握一些数十万啊，然后但是因为也没有什么地方让他们好消费，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去买那个纸上大富翁，然后来指定这些有钱人。然后帮他们骰骰子，然后比如说他走到什么，他走什么忠孝东路，然后什么过路费，什么8000块，然后我就直接帮他扣8000块的肉盾令这样。比如说啊，这样子好了，你的肉盾令只要超过比如说10万，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肉丝维加斯大富翁之旅，然后他就可以选角色啊，我就放一个镜头，就纸上大富翁，然后让他选角色啊，他可能走到命运跟机会，然后走到命运跟机会之后呢？比如说，被警察抓了，被警察抓要扣10万，然后就10万肉盾令就直接扣掉啊，他就丧失了这个大富翁的资格，这样，我们就把它变成是说，他可以在直播台上可以一个实体的一个，比如说那个角色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互动性？是不是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右仪说：“我先去洗澡，趁还有热水。”不是，这不是大安宝会讲的话吗？烧热水不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吗？又现在也要烧热水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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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吧？大家刚有没有觉得我刚那个提议还不错？就是可以，你的资金基本上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正向流动嘛，对不对？对啊。我也想问他热水，就是你一定要流动啊，这钱放在身上是死的啊，你一定要做一些投资，你放在银行，它生那一点点利息是没用，你一定要做一些有效投资，每年你的币值都在膨胀，是吗？都在贬值，不是膨胀，是贬值。
他说10万很难，5万也可以啊，我们可以降低啊，3万也可以啊，对不对？3万也可以。我家热水器，我家电热水器，大家会赶快一起洗，不然放着耗电。可是电热水器不就是打开才会通电的东西吗？我好喜欢膨胀。不行不行，如果你币值通货膨胀了，你就会就贬值啦，就会没有价值啊。我想到肉盾令你宰割，我很喜欢。不是张宝，我觉得你这样讲是不公，不这样讲不对。你要想看哦，你一直很顺利的把钱赚进来，但是你一直没有地方可以消费。你觉得你现在斯普达论里面的钱，你觉得你有那些钱，你也会觉得很富有很开心吗？一定没有，你会觉得我拿了这些没有用的钞票，对不对？要赶快洗完，不然会一直加热吧？什么意思？哎，所以又一加的是锅炉的吗？哦，斯普拉顿，我刚刚没有讲斯普拉顿吧？我说斯普拉顿吧。因为家是锅炉式的吧，锅炉式才会一直烧啊。对对对对对，除了是啊，锅炉，哇，我讲锅炉这已经，哇，你俨然已经透露出我的这个年龄了。锅炉啊，是锅炉，不是疼，我跟你讲，真的是锅炉。你虽然是老师，但我真的不说，你太年轻了，你真的太年轻了。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太冲动了。锅炉是小时候，对啊，应该有锅炉啊，啊。对对对对对，锅炉爷爷，跟店长讲的，哎，佐佐怎么可能？我记得佐佐应该也是知道锅炉的吧？除了是哦，除了是确实比较麻烦，除了是真的是麻烦，确实，很也只能想到锅炉爷爷啦，你也只能想到锅炉爷爷啦。听也没听过锅炉啊，就是锅炉啊，锅炉式的锅炉，都说锅炉啊，就是一锅一锅的这样。除了是算是正确，它的证明叫除了是电热水器，对对对，没错。但你看到它的那个长相以后，你就说啊，就是锅炉啊，就是烧锅炉的啊。乡下老家有啦，对啦，是不是？对吧？对啊。我以前，我家里以前的也是电热水器，就是它是那种，就是自来水进来，然后进到电热水器，然后电热水器加热，然后它就出水，就是不是除热式的那种，顺热式，它那个算顺热式，对对对，顺热式。然后最常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后来是有改成那种就是瓦斯的，就是热水器有一种是电热水器，有一种是瓦斯的，就烧的那种。但我觉得这两种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电热水器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缺点。我觉得那种瓦斯点火的那种的缺点是水压不够的时候，你的水会忽冷忽热，那个超烦，那个真的超烦。就是你就调在中间嘛，通常都是中间，因为太左边，左边是热水，太左边，稍微左边一点，然后它就变超爆热，然后你调到中间一点，好像刚刚好，然后洗一洗之后，然后就是因为水压不稳，然后就会变成是又变冷水，那个真的超烦。冬天太冷，水都不会热，那个好像跟电热水器的功率好像有点关系，是不是跟那个功率有点关系？那就是你大安保现在的问题。不是你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吗？你那个你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去换成那个吗？你是瓦斯，原本瓦斯的那个热水器坏掉了是不是？那你就换，你可以换电热水器的啊。我记得那一个小小的一个没有很贵啊，不过它装在室内的。水电工还没出来，不是你水电工是从哪里找？你是从台北叫水电工吗？怎么可能？你好久了，你好一阵子嘞。你那个问题，要挖天花板修减压器，还要挖天花板？等一下，你是水压太低是不是？社区的因为沟通的失误，那你就自己装一个加压马达就好啦。
不是、啊、因为我舌头有破洞，所以我现在会大，我现在很容易大舌头，要挖要滑天挖板。那你就在你，我跟你讲，你如果天花板里面有一个减压器或是增压器什么的，不管它，不管它，它坏掉，你的水如果水压不够，你就在外面直接再装一个，就变相的就好了，你也不用找师傅来啊，你就说，哎、欸，师傅来帮我装一个加压马达、啊，一切问题搞定啊。社区你不用管社区啦，我住低楼层，水从14楼下来，没差、啊，你就从你家的出水口里面装一个加压马达就好啦，是不是？问题不大啊。加马达都超小颗的、欸，对不对？弄一个加马达，弄一下，所有问题都解决。你不需要靠什么住宅、什么社区，什么都不用管它，自救会啊，自己加压就好啦。这个是可以解决你线下问题，它下来还是减压呢？它下来会减压，但是你给它装了加压，它就上去啦，是不是？是说老板你还在我公园内，我在你公园内，我为什么会在你公园内？哎，真的，我还在你公园内，干嘛？不能待吗？小气鬼，管理员赶什么人？不能在公园里面吗？我就想要待在公园里面啊。是这样吗？你要不要当水电工？水电工还是不然你去看那个水电爸爸，你有没有？你知道水电爸爸？大家知道水电爸爸吗？很红欸，水电爸爸很红欸，你去看水电爸爸啊，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他就跟你斯普拉顿一样啊，就杀人徒弟推目标啊，那个概念上是简单的啊，减压去上面减了，你下面加，上面减二，下面加二，那不就变零了吗？对不对？没有问题啊。而且你水上面减压，你上面减压器，上面减压不是？如果你要是社区公寓的话，它一定会有，你一定它减压器是从水塔出来的减压器吗？怕天黑的公园只有你一个人危险？不会啦，我只有一颗头飘在空中。我跟你讲，危险的是看到我的人。减压在家里哦，进家里减压器哦。进家里还要装一个减压器哦，啊，减压器在天花板里面，你家有包天花板啊？有包天花板吗？减压器怎么会在家里嘞？减压器484想偷玩趴没有？我已经看过趴趴了。接下来是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当然是要趴一下视野，没有什么问题啦。会有机会的嘛，是不是？好，大概应该说现在应该目前应该只有大安保有这个水压的这个问题，大家家里的热水器应该都还是在正常服役当中啦，可以洗上一个热水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家洗服啊。这个就是这区的工作人员本来联系，但后来我们都没下文。问他，哇，大安保四大友又来了，打了一长串，完全不知道他的分段在哪。这个就是这区的工作人员逗号，本来联系了这个工作人员，但后来我们都没下文。逗号，问他，他才回答我们要自己跟水电确认。然后才给我们电话，错过太多天。OK， 好，对，当保打的文字只有我看得懂。我记得当刚开始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个人到底在攻三，我真的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这个 style 算是蛮厉害的，独有的、啊，这是当保文，不要再硬 A 了，玩慢一点，太快进度会超过我。不是女郎，我没有硬 A， 我都是很策略性。为什么女郎还一直觉得我在硬 A？ 我没有硬 A， 没有，那是因为你打的比较短啦，瑞塔才看得懂啦。热水很够 ，OK， 那就好。公园的热水还够 ，OK。哎、欸，大家有没有？我突然想要热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是电影吧，或是动画里面才会有，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烧铁桶，然后里面装水，然后下面是石头烧，然后会进去泡的那种。我不
不知道那个现实生活有没有这种东西耶、欸？就是想试试看，但是又想一想，又想不对，这不是就是一个烧烤炉吗？应该不，现实生活应该不可能吧？因为你进去就是跟煮汤一样，会烧到死，是不是没有这种东西啊？连啪啪都硬 A 没有，我没有硬 A 啊。瑞塔是法米活体翻译机也没有吧？悠悠是什么啦？悠悠是什么东西啦？日本有，对啊，我觉得会煮熟啊，对啊，那个油桶啊，那个油桶你那样下面那样烧，你那跟煮汤没什么两样啊，对吧？真的可以吗？还是它不会烧成那个样？它不会持续加热，它不是持续加热的。老板是不是没看过梦工厂？可能有，但你可能也忘了吧。没看过脑温水煮青蛙，没看过脑筋急转弯吗？没有哎、欸，什么意思？对啊，我不知道东西很多啊。动森有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不是动森，我就说真实的不是讨论那个人假人的啦，没有讨论假人。冰块不在现场啊。脑筋急转弯啊，动画哎，脑筋急转弯我还真的没看，我有看那个灵魂，就是那个有一个黑人老师弹那个钢琴的那个我有看，然后最近好像我有看到消息，就是他好像出一个续篇，就是一样是那个黑人的那个音乐老师，他是要重回那个舞台的样子，对对对，但脑筋急转弯我反正还是确实是没看过。要出二了、哦，对吧？皮克斯的动画确实也是非常的值得看啦。我以前毕竟以前也是在做动画的时候，那个梦想的指标也是想说要朝向皮克斯迈进。念一念之后才发现，梦想终究还是梦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情绪教育必看的片子哦，对哦，是哦。哎，对，那其实蛮适合，确实蛮适合腾看的，很好很好。好，那我来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我再来开直播跟大家做个情绪教育哦，可以哦，没有问题哦。每次看每次哭，那哭了算是教育成功了吗？教育成功了，看会感动的落泪，还是说是就是照镜子发现适合当直播主？也没有了，是不是当直播主不是你照镜子就会知道了，是你要开了之后，别人会告诉你是不是当直播主吗？是不是？我们有电影赏析的那个分享吗？好像我不知道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可不可以用同步视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让我看一看，然后我们没看的也去看。电影赏析的分享，可是因为电影赏析这个又会涉及到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些看的比较细，跟一些比较有在研究的人，他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比较独到的一些想法。但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罗大众，看完可能就是好看、不好看、不错。我觉得还好，对、yeah, ，这赏析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专门的人？然后我们可以当杂谈，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啊，当然也是可以啊，就是观后嘛，观后。就像最近很红的《福利连》，我自己看完以后我就蛮有感觉，就是虽然说网络上有各式的这个评语啊，对，《福利连》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大家看过了吗？《福利连》没有看过，我蛮推荐去看的。但因为我们毕竟看我们台的人，
多数有接触游戏的人相信还是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RPG 游戏有体验过的，我觉得福利连省福利，我觉得福利连一定要去看，因为福利连看完以后，不能说看完，它现在还在出啦，但截至目前为止，我现在看到16集还是17集吧，我是很有感觉，怕看了会哭爆。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讲，看了一定会哭爆，但我觉得它给予一个，他给的一个，我觉得他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异世界的故事的这个动画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完全跳脱出就是基本上在异世界动画里面以 RPG 的路线出发，正常来讲应该都会是要长那个样子，但是他有包含这个元素，但他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去做，然后我觉得很好。他反而我觉得他非常的，我觉得他在讲一个。我没有爆雷，他在讲一个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节奏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很有体悟，然后他感人的地方我觉得他做得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听你说看过东西然后看其他的讨论很有趣，当然啦、啊、因为我就是一个专业有内涵的人啊，我刚跟你说那种专业的人士就是我啊。对，他包含故事开头你会有一点点觉得说，诶，怎么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发现近期的戏剧，等一下，我的桌子唰唰的。近期的戏剧啊，跟近期的动画，它有很多不一样，跟之前不一样的层面是，在前一阵子有很多戏剧跟动画啊，动画吧，它变得是很多都用一些很快节奏，它必须要跟上，比如说现在这时代，比如说有些短影音什么样的东西，大家已经习惯用很短的时间在接受新的资讯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东西马上吸引住他的目光，或是让他觉得有趣，他可能就会滑掉。可是正因为极度的快速的东西的情况下，它会造成一种反扑，所以在很多动画刚开始你就看起来会觉得第一集第二集就觉得有点无聊，但是你必须要耐住性子，因为在一个比较大的世界观跟要讲述的故事的时候，你必须它必须要有铺陈，它不可能一开始就让你觉得超有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觉得在看一些剧跟一些动画的时候，你不要在你吃饱过后休息的只有30分钟内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在你吃饭开始的时候去看，你不要把可以有用手机的这个可能性跟会被分心的这个可能性带到你要去看戏剧或是看动画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会更容易专注的在沉浸在他要交代给你的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他会注重在就是对话的文本上，那你在对话文本上如果你要是只要不小心要滑个手机看一下谁传讯息给我等一下要干嘛的时候，你马上就不知道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反而会因为这样然后你就没有 feel 了，对，你就会觉得这部看起来好像还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时间，很像在看电影一样去感受一下他的一二集他要带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至少一定要看一二集再去评断它后面的东西的进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你可能感受到的时候，你一二集看完以后，你才开始觉得说，哎，它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叙事手法，都有一点用那种倒叙或者什么，就一开始下一个猛药的结局，但后面你才会发现说，啊，原来前面要这样子做。所以确实，福利连还没看的，赶快去看，很好看，我们可以来讨论。而且现在刚好到17还是18，现在开始看的话我就 OK 啊，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赞，真的是蛮赞，不错。我们这个影视赏析的部分也是可以做了。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他的福利连他的细节很多，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仔细看一下他的动作，他在很多不是常态性的敬畏的时候，他会特别放很多很细的动作在里面，是真的很细很厉害。我一直播到3月哦，很赞，因为我发现他现在的 OP 已经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想说，欸，他是不是直接就是当第二季了，三月之后怎么办啊？就找别的看啊，是不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没办法啊，对不对？而且福利连会厉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画跟他的剧情是分开，他好像是小说改编的。就是当初我在看那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也超爱。然后我发现，就是他跟暴漫网有点像，跟进击的巨人也有点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漫画
跟他剧本是拆开来的，是两个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爆漫王吗？就是想故事的人专业想故事，画漫画的人专业画漫画，然后他这样子就等于说会把，因为一部漫画跟动画就是你还是有剧情跟画面嘛，那这其实是两个很大的专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通常有这种类型的都会，我觉得都会蛮厉害的，哎。对啊，又不是只有一两部可以看，一次都只说一部，那你就写下来，你就写下来下一次要看什么啊？你喜欢看什么类型？你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推荐你啊。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开个杂谈，就是比如说动漫新番，比如说2024春季新番动漫推荐杂谈，对不对？这样也可以啊，把你喜好拿出来啊。你喜欢打球的，可以看一些《灌篮高手》啊，《影子篮球员》啊，对不对？可以吧？真的没有问题啊。或是看一些那个蝴蝶夫人啊，对不对？是网球是比较小一点的啊，但是也可以吧。家一定叫你看买购，买购是什么？我好像没有看过哎，我没听过哎，可以推荐一些新的吗？我最近看的也比较少啦。我最近看比较少，我最近看就是看，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那个中剧，中国的时代剧叫《繁花》。这个我上一阵子前一阵子我真的是蛮想推荐，如果大家是可以接受时代剧的，可以接受的话，就是除了古装剧以外可以接受时代剧的话，我真的蛮推荐给他一个机会去看一下，因为他的重点在哪里？他的重点是他的导演是王家卫，是王家卫第一部拍的电视剧。真的很厉害，每一集都像在看电影，然后每一个分镜每一个运镜都是有细节在里面，就是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蛮推荐的。对，戏剧的部分啊，对，这最近期看的这个真的蛮推荐的啊。至于说迷宫饭最近是不是好像在那个 Netflix 上有上，但我还没有看迷宫饭，我这好像只看了一集，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看，但迷宫饭确实看起来应该是非常推荐，一定没有问题。佳佳说买购一定要看吧，大家赶快看买购。左左说买购不要推荐我Band Dream 的哦，看来应该是有一些什么关联吗？这种深度的情报哦 ，Netflix 独占哦。过年快到，可以准备看《甄嬛》，迷宫饭可以，不然就那个啊，就那个叫什么？那个。哎，不行，大家如果用手机不行，反而想说。开在 DC 用 YT 同步视听，可是因为人就在 YT， 人就在 DC 里面，他也不需要在 YouTube 开直播，进直播留言，要不然就在 DC 啊 ，DC 同步视听那个《甄嬛传》啊，大家就用文字啊，他用文字在那边聊天啊。漫画看了一直嘻嘻笑，迷宫饭吗？我的动画，我其实也算是蛮爱看动画的人，但我动画就是近期真的比较少，因为现在很多时间，现在比如说像现在下播，我就会去想说啊，我明天劳动的东西要做什么，然后劳动的东西想我要做什么之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明天如果明天要直播要播什么东西？那除了直播以外，我想说啊，那其他东西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要不然我也是很爱追，而且我追剧，不管是追剧还是追动画，我都是那种一刀流的那种。我一看我就是直接给他看到底的那种，就可能看到个三四五点之类的，看完一集再一集，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专注沉浸式的人，那说白话就是沉迷，就是我是很容易沉迷的那种。明天社畜陪伴台要，明天要变洛斯维加斯吧？明天没办法，明天我明天要出去劳动，没办法开台。就跟你赌，我真的超上赌，我就一下直接杀到底啊！我也是会看到眼睛打发看，不愧是发米家，真的是发米家，我也是这种，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安宝，我跟你讲，那个不是身体扛不住啊，那个是你知道要睡觉了，那个就是睡觉时间到了，那不是扛不住，那个是睡觉时间到了。没有又请假啦，没有又，我很久没有请假啦。年终要去劳动啊，这没办法啊，总要劳动。那肉丝维加是会存在啊，
把咪写没？对啊，血迹限界啊，那是你逃不掉的啊。我也都看到天亮啊，我至多我现在哦、喔，不会到天亮，但我现在最，我现在底线哦、喔，底线大概四点多还可以，我不能看手那个手表上面不能出现五这个字，不行，不能到五点，四点多还可以啊，四点多还可以，四点半还可以。你写个屁，追剧嘛，追剧啊，追剧也是有一个底线的、啊，是不是？早上还要起来开，中午还要起来开台。还要准备东西，但是是确实还是会是有一个底线啦，对吧、啊？基本底线还是要设定一下啦。但知道没有把你钉在墙上，不会啊，他今天睡觉，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就是我，就是我的锥，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啊、假设大人睡在右边，我睡在左边嘛，我就会靠左边，我手就会放手机就摆横的、啊，所以从右边看过来，我其实是在睡觉的，你懂吗？其实我是在睡觉的。我真的觉得有东西可以沉迷超好、啊、沉迷我这里啊，大家可以沉迷我这个台啊，我这个台是很适合大家沉迷啊，我这台开这个台就是为了让大家沉迷在这个地方的啊，因为很少东西可以沉迷，所以每次有迷超爽，不是啊，你可以沉迷，你要沉迷你找我啊，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沉迷啊，对不对？你需要沉迷你跟我说啊，我这里多的是可以让你沉迷的东西啊，普拉我不是在借了吗？也不是说借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要找到一个，你一定是找到目标你才可以沉迷嘛，对不对？你要有目标啊。你要有目标，比如说像普拉，你有一个分数目标。比如说像我、啊、可能会有什么和牛挑战，那你就是有目标，你就有目标，你就会前进，有前进你就会努力，那个努力不能说你是沉迷。你要想看，你看动画，你一直看，一直追，一直看，看似好像是沉迷，但是你沉浸在那个动画的世界观里面，不就是因为你想要享受那个世界观带给你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快乐什么之类的。当然啦，过度沉迷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啦，但你没有过度嘛，是吧？我今天刷了一天赌场都没开，整个快不行。你都讲了，那时候会再开。不是啊，我今天就在弄一些歌回的东西嘛，来测试，然后晚上要改直的直播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看了一整天，我今天时不时我都在看那个 DC， 然后推特也有看。我想说，哎、欸，没有半个人在喊说今天怎么没有开那个赌场什么事。我想说。啊，还不错啊！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揪祭典要打、啊，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活动什么之类的、啊。我想说，大家看起来蛮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个肉丝维加斯。我想说，好像没开，好像也 OK， 应该也还好啦，对啊。我看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喊，所以我想说应该 OK 吧，看起来没问题啊。我看今天大家祭典被动式沉迷，不是、啊，只有你一个人沉迷，我觉得还 OK 啦，我觉得还 OK 啦，还 OK 啊。现在目前我看大家都已经找到新生活了，你要不要也再找一下新的，对不对？而且我发现我每次开肉丝维加斯的时候，我明明就开了这个台是给大家挂台用，我明明就可以不需要在这个直播台上，但是我每次做东西，因为做一下子，我就再回来看一下聊天室，哎、欸，有没有人找我啊？或是比如说，哎、欸，大家在干嘛？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大家。哎、欸，我发现我还是会被这个台牵制住、欸，哎，我真的要被笑死、欸，哎，明明就可以就是开了，我就去做别的事情，但我还是心念念着大家，我还是回来那边看一下，聊个天，哎、欸，大家安安，真的是不行，我要戒，我不能再沉迷在这个地方了。还是那个啊，还是那个，不然这样好了，我就任命大安堡是那个肉丝维加斯的这个游轮上的船长，好不好？你就来帮我顾台，那我就专心去做别的事情，这样你也不算沉迷啊，对不对？人家问你说啊，你怎么鬼刚弄？等一下在直播台那边输入什么货币，什么给什么货币什么东西，你就说不，跟你讲，这条准哦，今天船长是我，你知道海上船长？船上一条船上最大的是谁吗？船长，我现在是船长大安堡呢，你没看到我这个墨镜，对不对？是吧？马路哥哥安安，哎，不是这样，我估计不是啊，你不是刚刚就说，你往上滑，你刚刚不是说你刷了一天吗？你刷了一天跟过一天没有差吧？偶尔会跳船，不要这样，
不行，我现在赋予你这个重大的任务，你就不能跳船了。你要罔顾这些船上的肉粉人吗？对不对？还是不然这样，那个纸上大风的部分你帮我操作，这样可以吧？这样没有问题吧？帮大家翻一些机会跟命运的卡牌，可以吧？给那些大富豪们，给那些大富豪做一些事情啊。凡有30000肉盾币以上即可参加那个肉斯维加斯大富豪之旅，可以吧？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啊，不要说大富豪，不要说30000好了，我们只要是排行榜上的前五名，因为排行榜一次就五名，那大富豪5个人其实也差不多，就是5个人可以参加，对不对？他如果不参加，我们这是强制性的哦，你只要上到这五名，你就一定要参加。如果你说啊、我不想要参加的话，我们就会扣你的钱，扣到你是五名以下的。哦，我觉得这样不错哎，我真的会笑死，我会让他每个人去。不是，他是要骰骰子，你要拉骰骰子，你不能强迫什么直接送到那个命运牌，不行，你还是要基于游戏规则，你要帮他，你就是 GM， 你懂吗？你就是大富翁的 GM， 帮他们骰骰子这样子，然后他一些机会命运，然后他比如说右移。哦，比如说又移走到忠孝东路，你就问他说：“哎，又移，你要买这块地吗？”这样子，那你看他们只有五个人，那是不是这五个有钱人，他们就会在大富翁里面厮杀，互相赚对方的钱，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就会下去啊，下去下面的人就有机会啦。我怎么觉得这个 GM 比船长不讨好？不会啊，要画一架钢琴，阿宝在弹琴，在船上画来画去。我们的游轮是很大的那种，很大，很稳，很大那种，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他基本上不会让他滑来滑去，我会给他一个小房间，不会有问题 ，OK 的。哎、欸，好啦，我们这个杂谈一个不小心多了半个小时出来，我会再抓时间把那个南投的其他的把它整理整理，然后再找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旅游心得。然后明天中午有事不能开，但是我可以早上出门之前先把那个肉斯维加斯先开起来，让大家在这个由于星期一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待。然后，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哦。终于把这个中国之旅讲完了。我原本还想说，我要把它拆，我去七个城市，我要把它拆成七次这样子。但我想说不对啊，拆成七次啊，那七次其实也短短的，也讲不了多少啊。说的也是啊，好，可以。再不讲戏，对，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再不说，我一定就会忘记到底哪里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讲完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啊，对，我下一次如果要有去哪里有出门，就是一定要出门，我都想到，虽然出门我就记录，那如果我有想到的话，我就可以多拍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好像可以分享，这可以分享，这样对吧？蔡明都快忘记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那个晚上呢，这个 V 肉格呢的杂谈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只记得肉奶华吗？肉奶华很赞啊，没有问题啊。我会说是不是需要 USB 麦克？不用啊，我就是拍完我回来再杂谈再讲就好啦，我不要拖太久就没有问题了。谢小声记录蔡明。那我就我可以带个小抄，我就直接在上面贴，可以啊。蔡明也没有关系啊，蔡明也不是很重要，你知道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就好了吧，对不对？好啦，感谢大家，那这个今天的杂谈呢到这里告一段落，但我不确定我们今天的这个下课钟声，它是满版的吗？哎，不是，它不是满版的，我先拉，等一下，要事故了。糟糕，这样是对的吗？好，不管了。好了，先这样了，感谢大家。那明天呢，会提早起来把这个肉斯维加斯开起来。祝大家有愉快夜晚。这个明天上班上课加油，有缘我们线上再见啦，拜拜。